哎，雪莉安安。法不着，火属着。没错，看到捏脚画面了，有没有？哎，没有重玩啊，是别人找我来玩。我想说，就进来刷刷费，不想要出去探索，想宅在家里。啊，青蛙找，欢迎找。早安，早安。捏一个小时了吗？这游戏没办法捏脚啦，这游戏能捏的东西太少了。平常捏两三小时出新手村的人，你在这游戏捏十分钟就够久了，你知道吗？这游戏捏脚不用三分钟。我要等他们好。波猫安安，好久不见，地人安安。我现在想捡垃圾，我好想捡垃圾，我好想捡垃圾，捡垃圾有点重。自自安安，他们是好了没？他们捡，有听到吗？你们新手村想建在哪边？集合的田想盖在哪边？什么？对，好，你说新手村，新手村，因为他有几个预设的点可以选，你们想选哪？从那个风起吧，从那个风起吧。好。那个我觉得应该会建在下面一点，因为上次我建蛮上面的，然后我观众说那边资源很贫乏，没有啊，可以找一下啦。开始新手可能哪有可能就去好的地方，要的话就是上面啊，要的就是上面。什么意思？上面是哪里？地图左上角啊，有个超平坦的东西。那是可是那边我看它的资源感觉很少哎。对，但是那边很平，可以盖家用。那边很平，不是你真的说资源好的话就是风起嘛？他也是说资源量是满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后面才会有盖一个新的据点的东西，那后面再考虑就好了。反正前面就算真的不行，再把家拆了搬家去那边就好。我们那时候也是风起啊，然后风起下面好像有一个，我原本盖的那个地方是跟。反正就是好像还有更好更棒的地方。怎么换你跑过来了？我想说等一下先去那里看看。蜜桃哎，蛮奇，反正我们也可以玩我们的，然后对啊，他们玩他们的，对，也可以也可以。好，整等一下我回一下。我知道你会来啊。啊，只是我过去的时候啊，你看那个松鼠说：“好扯哦，弗西怎么在这里？”你看这个人多久没来看我台
哎、欸，没宝箱哎、欸。注意注意，八点了哦，被船要开走了哦。什么东西？什么八点了？要八点了，要八点了，被船要开走了哦。梦见露诺，你要被丢掉了哦，要被弹掉了、哦啊。你们在跑那个、哦？跑什么？我们在飞船。那个啊，那个我在捡垃圾。啊？你们在捡垃圾？对。太猛了吧，你们。厉害吧？好乖，好乖。这个垃圾。对，等一下，我会把，可能会拉两个观众进来哦。哎，跟你说一下。哎。慌。的，嗯，哎，都，所以我现在，那你进来了吗？我也在创角，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大眼睛好，大。那没什么好捏的啊，随便捏啦。平时都是看后脑勺啦。这样哦。真的啦。至少后脑勺好看嘛，是不是？你可以捏个全黑全绿的啊。我现在要捏全绿的，大家好分辨，百分之百是我。要晚上咯。啊，所以我一进去就要受风寒了、喔，还没啦，太狠了吧！好，先加入游戏。哎呀，牙花鬼！我第一结果，梦见露诺，你要多久？开台开二十分钟了，还不开麦讲话？梦见露诺，笑死！看一下，现在有1、2、3、4、5、6个人。好 ，OK， 对，差不多人数一样。一，你们在哪？没有我们啊，就只有他不在啊。你在哪？我说你在哪？你前面你不是在风起什么吗 ？Gold 吗？风起，我在风起之秋啊。对啊，你前面有东西有摸嘛？摸了之后往下一直走。你要盖在下面那里是不是？我们要是先盖个东西啊，这反正是可以随便拆。我看到你了，因为上次，有我看到了。嘿，上次他那个上次那个现在打字说话那个小铺啊，嗯，他是建议建在那个，这叫哪里？草巨兽三能，哎、欸、不对。它是对草巨兽三人那边吧？在哪里啊？就是不是有台船点那里？猛犸象那边哦、喔，可以啊，搬走啊。他是说建在那里，好像资源比较多的样子。不是不是资源啊，就矿比较多。虽然后面也是用那个采石场跟伐木场，没有错。是啦，啊，你要一开始就这边走吧。要长期规划，那我们出发，让梦见露诺遇不到我们。走吧，我们不会啦，会去接他，会去接他。不会啦，不会，你才不会。第一个据点是临时的、哦、所以其实没有差，是不是？对啊，所以才会说一开始没差，反正你要搬家什么的，是后面也可以搬呢、啊。还是那，而且你要知道，一开始前面如果你据点设在那么下面，等级都是五六等起跳的、啊。好，那你要接在上面好了。你要抓没有？那也可以用传送传过去。帮我先带一下去摸船点。
好啊好，我们先去摸船这样。然后，对啊，五到六而已，还好啦，我们就可以那个什么，三个人。哎、欸，为什么你已经三等了？好、啊，捡东西而已啊啊！我完全没有抓帕鲁，我没有打怪哦。啊，就三等了，会不会太扯？很扯吧？好扯哦。看没啊？在那个那里有一个很像教堂的那个地方，我知道，我知道。哦，你哦，你知道、哦？我知道啊，真是经验老道呢。原来大家都会选择盖在那，是不是？不会、欸，我其实这边我觉得还好。真的要的话是盖左上角那边。左上角，对，那边那边是因为够平坦。哎、欸，这只超值得抓的吧？我记得这只会砍树、欸，哎，它只会砍树啊，就是摸这个、啊。它只会砍树，这样对吧、啊？还会玩火。这里都十一等啊，小铺哪来的五六等？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前面前期你盖这边，那也是前期可能要玩个两三小时后再来这边呢、啊。好啦，先加工会呗。好，走啊！哎、欸啊、，Hello， 我回来了，请问我要选哪个出生点？那个风起之地，右下，右下，右下。风起之秋。啊、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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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佛西加加，佛西加加。哦，来了来了，我看一下、喔，等一下哦、喔，这我先调个设定，有点卡。没有啦，应该是因为人比较多的关系吧，我觉得。没有啦，一定又是那个这个该死的东西。我先去接你好了，我去接你。啊、是，好，这样会卡吗？应该是因为人多啦，这样不卡。人多会卡是正常。不是啦，我是画面卡、欸，我的 OBS 卡。为什么你已经有那么多的？感谢生母的订阅，又是那个很垂直同步会垂直的那个垂直同步啦。什么东西的订阅？感谢一的一百小起点。啊？什么垂直同步？那个、啊、小迪啊，今天做小迪不是有垂直同步的垂直同步啊？就垂直同步啊。垂直同步就是垂直同步这样、啊。我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先去摸那个，对不对？那个橘橘的，对对。啊 ，UC 天才，那个毛太阳，你直接传过去啊！对，哎、欸，毛爷爷，嗨，嗨，来跟、欸、哇，你捏的还蛮像的嘛！啊，必须的，捏这么久、欸，差点被你们单挑哎、欸！你已经快被单挑了，波西已经直接说要把你单挑，好过分哦！我捏太久了，你捏三分钟的东西，你捏了二十分钟。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从这奇怪的路走？太威风！哎、欸，坐旁边，去出家。你说坐旁边，小姐，坐旁边的这个老爷爷吗？按什么攻击啊？哦、手电啊！你确定？你确定你会被揍哦？他也是很强的哦。啊！然后那个彩虹跟雅雅，如果你们要讲话的时候，跟我讲，我再把你们拉进来。还是你们觉得要打字也可以。夜神晚上睡睡，这个做得动吗？哎、欸，不行，做不动，好痛。可以啊，做得动啊，其实做得动。我在做什么？啊、我们现在，哎、欸，棒子球可以抓毛爷爷吗？当然不行啊！哦，我可以带你去抓乌龟啦。我们有应该有乌龟吧？哪里啦？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我们先下面聚集地，快到了，快到了。哦，还有聚集地哦。这只羊为什么？嗨，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它这么布灵布灵？哪一个？哪一个？哎、欸，对啊，为什么它那么布灵布灵？它布灵布灵的。哎，它、欸、是稀有，它是算是小小 boss。我没有球，我没有球，没有球，怎么办？放过它喽。我们等一下再来，我们去拿球，小布他等下会不见吧？我们去拿球，不会很近很近，走走走，快快快，我想要他，小布赶过来了，我要他身上二十颗了，为什么你身上二十颗了？太多颗，很快啊，到底什么鬼？很简单啊，会不见，很简单吗？为什么上次超久？但是不会玩，哎、欸，我爬不动了，河西好过分呢、啊，但是你不会玩。欸爬不动啊！你说这戴梦欣，他有体力的那个。哎、欸，小扑我，我随便放哦，我东西随便放哦。不要，我要揍了，我要揍他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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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要先揍他，要把他血打低啊。等一下，你手上没有武器，你要直接用拳头啊。揍啊你
你要用拳头？果然，哦，欸，小心，揍他，揍他，欸，揍他，揍他，我要他，我要他，还要记住他，要看他的血哦。救他！我们围殴，快点！哎、欸，我快死了、欸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等一下，我被旁边的 gank， 小夫靠你了，我帮你，我帮你对付旁边的小怪。哎呀，感谢无名镇定十分！哦哦哦，开抓，开抓，哦哦开抓，开抓！十分订阅，没有，没有，没有。哎、欸，怎么都是揍送到老观众啊？为什么那只小怪追我啦？我的天哪、啊！为什么？因为你揍他老母。抓到了，好喂、欸欸，太扯了！大羊羊有比较强吗？认送的这些，可以走了，可以走了。都是老观众，好可爱啊！嗨，什么游戏哦？羊就看到看到怎么亮亮的，我要怎么回血？啊、哦，他会慢慢回，他会慢慢回。我要走哪里？我爷爷，我这里，我这里，走。欸、真的哎、欸，很会呢。都是那些不续订我的新手玉，真的哎、欸，我第一次遇到哎、欸，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而且他才四等哎、欸，是吧？你知道还好他的技能没有会秒杀的、欸，因为稀有。我要去碰一下那个稀有的都有机会、哦。这里怎么有亮亮的？有就碰啊！那个你不能开啦，那不能羊吗？你可以速速看啊，可应该不行啊！你先点我啦，你先点我，露诺，你先点我。啊点你走，点他左键，加我公会，点你左键，加公会，嘿，这公会要怎么加入？按 F。哥哥在哪里啊？我们在下面。哦、你在哪里？风起之地吗？哦、好，反正不是。彩虹在风起之地啊。我去找你。好，我要做什么事？有人可以告诉我吗？工作台盖太……哦，是不是工作台？对不起，误会误会。彩虹我来了。这个是什么？然后你先加工会，晚上加工会，这是什么？好的，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个。我要，应该就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哪了。然后我们就是要去那，现在大家都抓了一个。完蛋，不知道在哪里。你看得到哈？看得到。哦。还是看不到。这个看不到。好。在下面，在下面。但是我没有球啊。做啊，看到吗？做啊，学啊。其他人的名字。上马学。哦、你按、哦，你按 tape。Oh my god！ 按 tape。他们有个科技，等级二有个帕鲁球。啊。啊。球地上捡开宝箱或是用做的，对对对。啊，科技点啊，要先点技能要点的。哦，要点了才能才能。开得到是不是？对。哦、oh ，这个要先点吧。帕鲁终端你们可以先做哦，应该不会只有我。帕鲁老盖。啊，这个先，这个。彩虹在哪？我在。哦，这个吧。下来，下来，我们这个吧。集合。好，先这样。好的。我们从那边大家一起那个。帕鲁球要碎片。这个嘞，蓝色的矿啊！木材，我要先捡木材。月饼不能加。我来借点小铺的木材，谢谢小铺。这是我的头发是释迦摩尼佛哦，什么花椰菜不是？好不好？你在吃花椰菜，好可爱哦、喔，好大只。啊哦，我点那个彩虹来，彩虹来，可以做木棍。还要石头，原来可以这样哦、喔！西拉那卡达，先做一个这个。你做做看，我把东西放箱子了。哎、啊，什么？还、欸、站在我后面呢、欸，吓死我了！还帮你做东西啊？还帮你做东西啊？这个，嗯，啊、哦，碎片，好走，碎片通通收走。石头通通收走。晚上了哎、欸，需要要供火。感谢珍惜的一千小兄弟。哎、欸，彩虹这边，锄点这个，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终端了。锄头跟木头不够。哎、欸，这是谁？去挖。嗨。这是这只不知道可以干嘛？我看一下。流浪商人买东西，买东西啊。
看一下卖什么？多少贵啊？啊，这个钱怎么赚？卖他东西啊！卖他东西。再问些奇怪的问题，是打盗贼好像也会掉。打盗贼、啊，卖东西可以卖什么？啊、哦，可以卖自己手上啊、哦。好，晚上哎、欸，晚上会升贵吗？缺木材，缺木材。快点！那你怎么又一个亮亮的？啊，我的石头怎么又被用光了？可恶！我自己挖，被我捡走了。那你怎么有亮亮？是什么？哪里又有亮亮？感谢真奇的亮亮，是什么？感谢真奇的2000小起点，感谢感谢。没有，最近有想努力的开，还是可以拿手上的棍子揍啊。最近想玩的游戏是那个，这样真的有用吗？怀疑。哎，有哎，有哎。你等一下可以先来做那个十字镐跟那个斧头。啊，走过去就会捡起来。致命公司啊，可是对对对，潮水鼠标的绿绿亮亮要捡。哦，对，那个露诺，你旁边那个绿绿亮亮有捡了，我捡了，那个要捡。Okay. 我捡了，会没体力。反正在看别人玩致命公司，玩着玩着就说：“哎，波西，你要不要？”对，没错，这是要玩怕的游戏。然后我还找了几个社畜来当社畜。哎，我会冷，要输了，要输了。那赶快做衣服。好，我来这里。在哪？来啦，给你一点火啦，给你一点火啦。这样有用吗？没有吧？是在骗我？有啊，你没看，你没扣血。哎，有，你还继续扣。快走啊！快走啊！快回来！你快回来！快回来！哎、欸，这边能上去吗？可以，可以，可以，他可以爬。好。哎呀，爬！好奇怪，我什么事都没做，还可以升级。这一集。我要十字镐跟那个斧头，快去采材料。哎、欸，这个人在做饭。我要石头啊！我怎么着火了？快点跳去水里！快点去水里！哎、欸，一离开就会冷，救命哦！感谢一赠送的五分订阅。我需要石头。我现在还没开他麦，哈哈。天啊，我怎么爬不出来？会不会死啊？我死掉了。可以啦，一定可以啦！我跳到水里爬不出来。哇，这些都是老墙啊，要爬墙。老面孔哎、欸啊！天啊，你们都好会送、喔啊。你没有体力了，那没救了。你们都好会送那些没有继续定我的人哦、喔，救不了吗？救不了。可是他有那个救的符号哎、欸，去看一下。没关系的，反正什么也没有。因为很近，没有因为超近、哦，所以还好，没差。这蓝蓝的，小布，你不要做箭矢，你先做。哦，这是你的那个，对，那是他的骨灰，好不好？骨灰，拜托，拜托，我来取暖了。I need a 斧头。你自己知道。可以大地图看什么意思？啊、这是大地图吧，对不对？可以来做，先做这个。哎呀，这个先。哎，帕鲁工作啊，帕鲁。做什么啦？讲话啊。我要轮鼠了。哎，我要怎么拿、那个？白天。哎。哎、谢谢你的莓果，但是我啊哦，快捷键！哎呀，兔子安安，兔子晚上好。我要石头，谁可以给我一个石头？可以休假吗，兔子？你要石头啊，求我啊！拜托，不好烧。我钱包结束了，来啊！對我手上是斧头哎、欸，我会努力开台。旁边砍了，我会再努力开台的。你弄一个十字镐给我。我看被发现，我帮你踩死。哎、欸，我丢不出去，我要怎么丢？我想说赠送到你，你应该不在。丢下，一边是丢弃，一边是丢下。送到兔子锅、欸，兔子锅。你丢下。啊这样子。波西。哦，有了，我有了。全员去睡觉，马上就会白天了。没有。我们没有床啊。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我们现在很穷啊。分派鲁快工作吗？不是我说的。你确定不是你讲的吗？不是不是，你自己看聊天室，不是我。No 我，我是无辜的。
为什么彩虹已经可以做一？为什么你四等了？为什么你等级又那么快？到底？不，有，我捡了一个帕鲁丘，然后就，你抓了一只，就又抓一只了。对，我要来去钓蛙，做不了，没有骨头。毛爷爷，快去采石头！毛爷爷，叫我魅魔，叫我扁他！我要怎么吃东西？我是想按 tab， 按 tab， 然后点食物右键，然后点自己。啊，好，哎呀，哦，好好，我要去扁石头，冲啊！来，石头在这里。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徒手扁很慢，毛帕鲁，快去采集！你徒手扁很慢，过来啊！你过来！哎，怎么了？我下来，我下来。哎，这个人怎么挡我？我下来了。没事，可以可以。毛帕鲁已经那个了。毛帕鲁，我要石头。毛帕鲁，你好幸运捞了一只兔子出来。哎，对，我还有画，我最近还有画它，哎，一只可爱的兔子。等一下，毛帕鲁，我做了。它的名字差两个字，它应该要叫做一只可爱的。毛帕鲁在哪？一只可爱的兔子，我在旁边，这是它的全名。哇，就是，哈哈。哎，你很像跟这里。哎呀，我的石头嘞，水捡走了。哎，是靠近就会捡了吗？臭猫！啊，是臭猫，我捡走了吗？我给你。臭猫！好。臭猫。谢谢。我超凶。然后我也很凶。可以把东西放在这个箱子里面。我要再取暖一下。睡。我怕冷啦。小铺还有什么粗的吗？啊，我自己来。嗯，先来去抓羊。缺吃的小朋友放牛奶在这了，可以自己烤，可以自己热牛奶。啊，我拿这个好了，先做一个、這個。哎、欸，这好聪明哦！还有继续哦。感谢无名的十分订阅，感谢正硕。太过分了吧？你都只做给露诺吃哎、欸？怎么了？谢谢小铺。果不其然，又送到了好多手电筒。对呀，晚上睡睡。恭省赠送。欸我要拿是公神吗？好啊，在这边石头。啊，这个公啊！啊，终于要白天了，我只好去找彩虹。欸、彩虹要开始他的盖房子。回一下体力。感谢乐多的订阅。哦，无名好了啦，无名谢谢，够了，真的够了。感谢无名，因为发烧列车有 CD 时间，你现在送的话有点亏。总之就是一直踩石头啊！发烧列车踩 CD 呀、啊，哥哥们！哎呀呀呀呀呀呀！哎，抓帕鲁，抓帕鲁！跟他们讲，可以先找破败教堂。破败教堂是什么？那、啊、我们不就在破败教堂？我们这里就破败教堂了。啊。啊啊啊！我们这里就破败教堂，敲，用力敲，我要球，臭猫，羊快点来工作，头、啊哦、你打猫，爽啦、啊！羊快点来工作，哎、欸，怎么有蛋？这个蛋可以捡吗？可以啊，但是现在前期不能孵。那、我要放在哪里？放在箱子里。你可以放在箱子裡。啊啊，可以放进去吗、啊？可以啊，放不进去啊！你哈这么大声，那让我有点害怕哎、欸。没有啦，我哈是哈，我这边怎么又有好像发烧列车是吗？哦，还要木材。据点确立之后可以改啊，可以改位置，可以。这里又有一个红红的箱子，冲啊！洋洋，你进来之后再跟我说，红红箱子不能开吧？那个要清，那个要钥匙。哦我们是不是该合力抓那个会砍柴的那一只鹿来了？哦，你说梦见鹿肉吗？我们那么多人，什么梦见鹿肉？尊重，梦见鹿肉吗？对啊，尊重，尊重好吗？把鹿肉抓起来了，啊，我走不动了。我们我走不动了。哎，我要怎么强化自己？按 tab， 没球了，那你只能死了。按 tab， 按 tab， 然后。
右边有一个能力值。强化手续。对。总之是一点负重就对了吧？不好说，可是前期负重蛮好用的。先点个。我建议先点体力啦。体力啊，真的假的？不然你跑一跑，跑到没力啊，游泳游到没力啊。我每次都点负重。负重后面呢、啊？负重在后面。再点一个工作速度，完美。好，就这样。你工作速度要点，要一直点，不然你前面点一两点，那真的感觉没有帕鲁。没有，你为什么要点工作速度？你有帕鲁？我就跟你说，我不当怪老板。教堂旁有大量铁矿，铁矿可以做。好吧，那看来你就是我们的帕鲁了。你就从头到尾点工作速度吧。好啊。看来只能这样了。你怎么一直？怎么一直梦见鹿肉？哦。好，然后等一下去抓你的替身回来。我们去抓。哎、欸，豌豆。好了。哎呦，不做事了。好了吗？我捡到谁的东西了？我。我可以不用做事了，我可以挂机了。什么艺术？什么艺术？什么意志？字面上的意志。哎，真是好可爱啊！哎、欸。哎呀，你要不要先加雅雅嘞？丢进去，总之先把身上有的东西都丢进去。那我讲一下哦，跟我说一下，放进箱子的东西，在这个终端机的框框范围内，大家都共用。哦，我知道。哦、我跟露诺说啊，我又不是跟你讲话，你好奇怪哦。哦哦哦对不起。哎、欸，我能做那个吗？爱没了。哎、欸，我没做。你进来了吗？好，等我一下，我去找你。理性消费，你们要在一起之地嘿。一，理性消费。不、啊，算了，用棒子打，走啊！等一下，拉胖你去了。理性消费，理性消费。我点我加工会。不需要你了，需要，都需要你们，只是理性消费。未来抓一下。他会数吗？啊，我血控的好好，天哪，他抓了抓了。凯凯拉上来吗？看凯凯有没有讲话、啊，如果凯凯要讲话，就可以拉上来。可的。啊我。没啦，无名，当然还是很需要你啊。我已经吃了耶，吃满是不是？够呢。你还要捏角色？好，还有我看求生指南，然后嘞。就这样，看求生指南而已，就没你就可以关掉、哦、啊！我要怎么把帕鲁丢出来？你有帕鲁了吗？抓了一只，按一，按一。哎、欸，露娜、哦、跑来我们的营地了。是啊，你要抓这只啊、哦？对，我要抓一只。这是谁？要不要一起？主人是谁、啊？你怎么叫主人？是谁、啊？主人是那个啦 ，Percy 哦。要主人啊！天哪，这个好病态哦！有叫主人哦。哎、欸，那只鹿嘞，不是要找鹿？它跑走了。你怎么了？哎、欸，帮我砍树，我需要木材。你要做一只斧头啊！我想要弓。对，我也是。老公的弓吗？惨蛋是什么意思？他在生怎么办？我是兽、欸，我选小扑。你他已经是啦，他已经是你老婆了。小扑你老公，哎、欸，小扑你老婆要攻啊？你在干什么？不要为难小扑，冲啊！我现在我快点啊，毛太郎。21，我帮你啊，帮你啊，帮你啊，帮你、啊！我没有点工作能力啊，啊，毛太郎，这只羊不知道干嘛，要30个，不要为难你。哦，我在做弓箭呀。哎、欸，你在做弓箭、欸？哇，你这么多、哦，哇塞！好，你做好了，我拿，没问题。没关系，你拿吧。用力砍！跟你讲，赶快在这工作台附近哦，哎、有经验值哦。哦，真的假的？有东西做出来都有经验值啊！哦，好，我要去猎杀了。感谢正中订阅。哎、欸，可是我没有球哎、欸。
对啊，这是谁的弓在这里？我，我给你做完了，你取吧。哦，谢谢。喂 ，F 就好哎、欸，那都拿起来啊，只能啊，只能拿三种武器。好，冲啊！没有啊，你可以拿四种武器都可以啊。很少身上能背的。露露，你要去哪？露露，不是找那个看起来很大的大象吗？啊，那个你确定吗？啊，我可以在远方看啊，没关系。抓这个嘛？我们对、啊，我们来抓草泥马，我们来抓草泥马。你要抓哪一只？后面那我要抓母的。好好 ，OK。等级有点低。我们这个一定要同心协力才抓到。等下我要怎么闪？这两扛错，扛错翻滚，按扛错，按扛错。OK。危险，危险，危险。我没见识了。我们人多，我没见识了，我没见识了。啊，你没用拳头，用拳头。我没有球、欸。哦，我怕如此。我有球，我有球，我也有球。不用怕，揍他就对了。你在哪里？露诺。哎，往我这走，往我这走，我送箭矢来了。啊，不用，不用，不用，他跑了。你不要哈，你不要箭矢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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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撑住，我帮你撑住，谢谢。场面交给我。哦，我快死了。有一只羊。换手，换手。可以了吧 ？Switch。不行。啊，他要死了啦！不会不会，不要再打了，不要再射了，不要再射了，先不要再打了，先不要再打了。牛，不要再打我了，我很痛。你还有球吗，露诺？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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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救了！哈哈哈哈哈！是要不要给抓？还有一只公的，还有一只公的，抓一下。是要不要给抓？哎、哦。原来这个贴图是这样来哦、喔！啊，有了有了，刚我拼死 ！Good job！ 怎么死了？中啊！我在帮你砍伤害耶！喵喵可以砍是不是？啊好，我要去抓喵喵了。等一下啦，这只还没，这只还在打人、啊，你就这样子惹完人家就跑掉了吗？对啊，你太过分了吧！你这什么渣女？我是怪老板，看到男的就直接，男的就不要啊！我要抓母的。哎，一球一球，哎，嫩，好猛哦！好猛，好猛，还损了吧？我球剩九颗了，挖矿啊，我剩三颗，等下去上面挖帕鲁矿了，下面没有，我现在有几个？下面蓝色矿比较少，嗯，好像是、欸、上面那个沿着河，这里有，前面沿着河挖也有，晚上好。哎、欸，你们那个谁，凯凯跟那个谁，白牙进来要跟我说、欸，哎，换一下，换一下。哎、欸，你们有没有人要放个帕鲁进去的、啊？还有卡木头是另外一只。好，先带着好了。他只能采羊娃，没有啊，我是看他可爱才抓的。对啊。不好意思、欸，这个世界就是长得可爱就要被哎、欸、奴役呀、啊。这是很现实的事。哎、欸，他死掉了怎么办啊？怕死掉，把他放进去那个终端机蓝色那一台，把他卖掉也可以。慢慢。哎、欸，按这个，他就会慢慢的复活。啊、欸，放进去就好，放进去。右边箱子有吃的，自己拿哈。好的，好的。对，放进去之后九分钟又是一尾活龙，你就可以去奴役他了。要把它丢出来。这只是要放在家里吗？我看一下。他没有用，放家里没用，他只会那个去牧场工作，他没有用。哦，是哦，他不会那个帮忙。那就算了，把他带在身上吧。对、啊，你可以带在身上，拿去打怪之类的。哎，你干什么？回家回家啊，我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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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为什么你的蜜蜂比较可爱？我要去哪里找猫啊？为什么你们的蜜蜂比较可爱？我想要那只绿色那个机器有没有？它就可以那个除了可爱，一无是处。快速传送。没有，我先去挖矿啊！我要做球不够、啊，这会被冲下去啊！那要先挖，可以用剪挖矿。羊前期好像羊比较有用，对不对？嗯，才是。前期去木材，
没有，我是说以宝可梦来说，什么是宝可梦？什么是帕鲁？以帕鲁来开始的地方应该很多猫。好的，好的，我去抓猫回家。哦，好险，歌西有提醒我。提醒你什么？哦，没事。提醒我他们叫帕鲁。哦哦，帕鲁是什么？猫了。不是猫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是帕鲁？九颗应该够我抓它吧、啊？你的社畜啦，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员工就叫帕鲁。我哎、欸、哦，你们放猫了、哦、？OK， 因为猫好用啊，猫什么都会。哎、欸，也没到什么都会啦。哎、欸，徒手揍一下。哈哈，你带个猫好了。凯凯，你过来了、喔。凯凯，你怎么就这样数的嘞？完了完了完了！你直接按 F 了，直接死，然后去捡死比较快。他在哪？我不知道。我把他打数了。到他在哪，我就去救他了。啊？地图上应该看得到吧？按 F。嗯，他有 bug， 看不太到。他在打生猛马啦！你在干什么？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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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外面？好奇怪！生猛马，我看到那只鹿肉了，在外面，它在海里。可是我没有那个了。嗯，彩虹，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为什么有人把床垫放在外面？那是给帕鲁睡的吧？那是帕鲁睡的吧？哦，你说那个劣质床是不是？能干吗？对呀、啊，为什么要建到外面？怎么会丢不准？怎么会？怎么会？哦，他为了升小铺啦，他为了升级据点乱乱盖的。我缺熟头，我去采熟头。我把它换成这个。哎呀，这个没有用。那个帕鲁矿上面会比较多一点。嗯，啊，熟头。帕鲁矿它有水的地方附近可以看一下。哦，有水的地方。那个有蓝蓝的。对对对对对。我要熟头，哎呀，地上就有。你要石头还是帕鲁石？熟头，嗯。地上有很多鼠头可以捡。啊、哦！我要走不动。我看到猫了，不对，那是自己家的。东西可以放箱子啦，东西可以放箱子。可以了吧？不然会走不动哦。啊、哦。同学，晚上睡睡。好，我、哦、没有火热帕鲁蛋呢、欸，好帅哦、喔！我放的，哇，你这新手，你新手运好强哦、喔。那跟新手运没关系吧？那都能捡到很酷的东西、啊，他就喜欢顺手牵羊。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在说什么？在说什么？乱说话，乱说话！你手脚不干净。欸这是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一堆石头在这里。我放的，我放的。不是、喔，地上、欸。哦，地上，那应该是帕鲁踩的。哦。反正东西就放到箱子里，大家都可以用啊。我走不动了。你先，你露露，你直接。你可以按丢下，你可以先丢掉一点，你可以先丢掉一点。走不动了。我一定可以丢下，他也不会走掉的。我来得及就好了。我靠！好，你们，你加油！我走的居然比王爷爷还快。叫你平常不运动，叫你平常运动不运动，叫你健身环拿出来重新做不做？对啊，知道了吧？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真的是有点慢，好难受。你先丢掉一半还是什么的，你不要让自己身上太重，这样效益不高。啊、回来了。来做点什么吧？哎、欸，我按到谁的球了？抱歉。再做一点还你。饲料箱我放在旁边哦，我放在正中间好了。你不要，那边床会越拖越多。你干脆就放在这个旁边，对。好，我觉得我可以去打架了。不要太远，不要太远，他们吃饭会走很远。不要，你住手！没有，太久，这应该够了吧？什么冠老板？没有了。欢迎晚上睡睡，我收到你的礼物了，超好听。你盖采石场跟伐木场没果园哦，好，要分工是吧？
好，那我盖那个。怀勇考试加油！我盖那个饲料箱。哎呦！彩虹，你的那个想要怎么盖啊？你的那个好像放不太下。床你想要怎么盖？偷偷给礼物。哦，不是，就先盖起来一个东西，然后这里头放再说，因为是临时的嘛。对，我要放零食，零食放零食，我要吃零食。嗯、不，这是零食。哦，零食，零食的。要把捡到的东西都丢进去。这个丢。哎，我们可以提升终端机了，要再放一只进去了。好喂，好我太阳越来越多了，好喂。我要去抓其他。你要抓什么？你要去抓吗？我要回去，我要去抓很多猫。你身上有多少球？很多颗。所以很多颗几颗？三颗，我是球夫哦。30颗。好。他好狠哦，他把我们东西弄光了。你在哪里？走啊走啊走啊！我在这啊，我在传送点啊，我在等你，快点！我们的终端机也可以传送，不用到那啊。我都已经站在这了耶。那你要传去哪？兔死那个。还是我们去抓上面那只鹿？我们去抓你那种。啊？我们去抓你，我们去抓你。不是要抓猫啊？你先。我先回去。你要抓猫哦。你要抓那个。好东西，大家先可以弄弄看看。谢谢，我回来了，抓，你不是要抓那只吗？走啊，那只啊，它很凶哎、欸，不要怕，不要，哦，我来了，你小心点哎、欸，我没闪到，糟了，我们家怎么灭光了？我、哦、没事，没事，轻伤而已，快点，我们家的都开始帮你了、欸、啊，死了，哎呦，好凶，不可以引到圈圈内，不可以引到圈圈内。哎，那里还有一只，那里还有一只，走路诺，那里还有一只。哪里？传点那个传送针附近。啊、哦。交给我。哎呦。我帮你吸引炮火。他们晚上睡睡。晚上睡睡呀、啊。读取很久。小铺考试加油！哇。哦哦你要丢吗？哎呦，你们想要自己解锁衣服，还是我帮你们做衣服？我已经解锁了。哦，你怎么解锁那么快？我丢了。是解锁可以很快，只是没有材料做。那我放。啊！存在破皮，烂破皮，救我！你怎么死的啦？等一下，救我！那人没有衣服吗？我怕他出来会把我杀了。等一下，快点！救我！趁热，趁热，趁热！救我！平时。怎么对我？哈哈哈！叫什么？叫大声一点！不老师，不怕鲁。你不？我以为你要放手。我以为他在放手。哎，放主人，放主人，就放手。啊，谁叫的好听，我先救谁。First 帅。太惨了！哥，好了，露诺，来，你救他，啊，叫好听点啊，叫好听点，叫好听点，露诺主人，叫好听点，什么？大声一点，露诺主人，救我！那你不要动啊！平常怎么对我的哈？我平常待你不薄吧？还敢拿那丑丑的封面辣我的眼睛？快点，我们他。哎、欸，丢他球、欸！我要丢！球都在你身上了，啊！要被没有，不可能啊！怎么抓到了？这个人玩腻吗？哎、欸，他喜欢玩火，没有？他喜欢玩火，信不信？我不要别人摸过的，那 我要自己抓。那我把他放生了。哎、欸，这种 boss 血条，这个人就是那只圣马圣猛马啊！这只哦，哎、欸，38等哎、欸，怎么打、啊？会死啦！给你啊，快点！他喜欢玩火哎、欸啊，真的假的？他喜欢玩火真的啦，他喜欢玩火啦。我想要自己抓。好啦，那我把他放在家里。你先放家里砍树，我记得他在砍树，不是吗？嗯，去吧。喜欢玩火的露诺。蛋可以吃。
我刚抓起来想说玩火玩火玩火，哇，真的是玩火哎、欸！五只。啊，你说他的技能是不是？有他的被动技能。哦。对，喜欢玩。你去看终端机下面那只鹿啊。我看到猫了，抓猫。我没有球了，帮你弄。你去看终端机，然后看下面那只。应该可以吗？雅雅，你整个重开，用滚的，好好笑。终端机，好。啊，爬不上去。哎呦！要抓一只企鹅，让家里的农场。笨手笨脚，哇，这个猫没用啊。真的喜欢玩火，是不是？好可爱哦。哎、欸，不行不行不行，会出事。哎，做球了啦，都没球。有多的衣服吗？没有，我自己做了、喔。我有放四材料啦，你们自己做。好。空啊。露露有点吗？露露没有点，我没有。好，那我做两件。我等一下放在那个。没过考过跟没考过。有差啊，反正差很多，反正就是我差很多、哦，是考过的就好。哎、欸，社畜哎、欸，这只好，这只好。A 萌买一下。社畜。哎、欸，这只好可爱哦、喔，企鹅哎、欸。企鹅超好用，快抓！哎、欸，帮我抓，谢谢。六等呢、欸？那我去找他。那你去找他。社畜叶妮妮，确定？好，是你了。你在哪，露诺？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森萌马后面。那边好，我看。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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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揍我了，不要揍我。等一下我好险，好险没有给你玩困难呢、欸。真的哎、欸，不然我们应该是、欸、完了，我把他揍死了。你揍死谁？把企鹅不是啊，企鹅、啊、叫你等我，很难吗？啊，怎么了？很难吗？笑死！怎么了？希望他下辈子是个血量多的企鹅。我不小心多揍了一下嘛，这好可爱哦，给他一剑。哎呦，我是这种人吗？不是啊，就刚好看到很可爱啊。哎，好多猫哦。可是我是不是应该回家了？是是是，你可以先回来拿衣服啦。我要怎么回家？你要找到传送阵、啊。没有没有不用不用，我他应该不会揍我吧？那只大象，我路过而已啊。不会不会，不好说不好。彩虹好坏哦，彩虹好坏。不好说，骗我。是啊，到后期有的动物也会攻击你啊，就你经过它就会攻击你啊。对啦，后期确实。哎、欸，这里怎么有？捡一下。嗯，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身上球感觉很少啊，你几颗？几颗球？哥哥，我零颗啊，我一颗都没有。哦，好吧，只能当兽了。丢？为什么？把企鹅带回来了。为什么没有球？哦，没有球，有我那个了，我做好，看一下，我装两颗了，我装两颗了。我有鹿肉了，真正的鹿肉了，我要放哪里？你可以烤一烤食物啊，你去烤啊，有一个食物箱，食物箱里面有一件衣服哦。啊，他明明你也知道他不喜欢闻到身上有烤肉的味道。那个食物你放在箱子里，它会渐渐消失掉的。啊、对啊对，没有冰箱啊，所以没办法。去冰箱也会慢慢消失啊。你要放那个放弃的给他去制冷啊。制冷那个鹿肉怎么办？拿在身上？你就吃掉啊。我犹豫哦，哈，就弃了好了。这看起来很像惠灵顿牛排、欸。哎呦，懂吃哦！可是惠灵顿牛排其实有看哦，其实吃起来很惠灵顿，都是那个面皮的味道，很惠灵顿，没有肉的味道，很惠灵顿，很惠。哦，不喜欢吃惠灵顿牛排，这只能肉没有很好。我没吃过惠灵顿牛排，没有办法吃，没本事吃，吃不起，我太穷了。帕鲁提议，太穷了，有没有人要？他要写时间嘞、欸，对吧、啊？要什么东西自己做？你说那个有个小技巧是你点那个上面有个排序，点下去它的时间会刷新，这应该是 bug， 后面应该会改。你说料理啊、喔？好像不是，就是上面包包上面、欸、真的哎、欸，你就时不时去戳一下那个整理。哦，真的假的？真的啦。惠灵顿自己做，竟然有这个 bug。对啊，真的哎！之前别人是跟我说要放到箱子，然后再拿出来就会从那个
但是什么笨手笨脚哎、欸，这还有用吗？没有用了啦，拉拉队。他们睡觉的时候好抓哦。嗯，露诺，你升到十等之后，可以做那个威灵顿牛排分解刀，你可以做切肉刀，你可以把太坏了吧？把它那个，它丢在盒子里。我带了企鹅回来，会丢在盒子里，我不管了。你的盒子我们看不到，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看不到啊！中端街里面的盒子、欸，哎，哦，这个意思、哦。你怎么打人？好可爱啊、哦！你睡觉也太可爱了吧！你说那只大只的，对不对？那只羊。可爱、啊，我要埋在它里面。啊，好了，我不工作了，我不工作。哎、欸，我要做衣服。我有做一件在那个饲料箱。哎、欸，在那个不是在那个木箱，哦，你直接拿就好了。现在只剩你是穿内衣的，好热哦。现在只剩你是暴露狂了。好，我穿了，穿了，穿了。做球，做球。啊，穿衣服，看他背包看起来变大了。我的，并没有。哦，我说搬到晚上睡睡，星辰晚上睡睡，还有复活 bug。没有的。秋天枫叶，晚上好、啊。不是，格子刀死掉之后，它可以丢地上、喔，然后你包包放满帕鲁，再捡起那个帕鲁，好可爱、喔。回到终端机，血就会补满了。好可爱哦、喔！他妈的不理我。这个、就会啊？怎么没有？你讲太快了，我还完全听不懂。我要讲啊，露诺一直讲，好可爱哦、喔。来，我讲一下哦、喔，死掉的帕鲁啊，可以直接在包包里面把它丢在地上嘛。然后你再把身上从终端机把那个身上的那个帕鲁放满，满了之后再捡起来那个死掉帕鲁就会满血。在转，我完全听不懂，听不懂对不对？好，我再讲一次哦。身上五只帕鲁，对 ，A 死掉了，你把 A 丢地上嘛，然后再从终端机里面把那个身上填满嘛 ，A 还是在地上对不对？啊，身上满了，你捡了之后就会回到那个终端机嘛。那这时候回到终端机的那个死掉的帕鲁就会哦，就会直接复活。对，哇，这什么黑科技？黑科技好，等白天再来去抓。你们也太多 bug 了吧 ？bug 游戏啊！雅雅，你进不来。雅雅，你有连那个 VPN 吗？你有连线吗？你要先开 VPN 的那个程式，你才连得进来、啊。用力踩。一直卡读取，怎么会这样？一直卡读取。等一下，你可以看你的画面给我看吗？好可爱哦！你在那个下面语音区那里开一下，我下去看。烫死了吗？哎，果然，我死掉了。我来帮忙了。跟猫猫借手手，没意思。那个、啊、忙到。需要猫的手来帮忙啊，很忙的意思。完蛋，这是再次提醒，这是未完成的游戏。伺服器人数我开32啊，我没有变过，我一直都是32。他如果进不来，他会讲 server 多少多少几人这样。我要数在下，不想数在上。可恶，被只稀有的打死，打了不打？你死了？死了、啊？你死了？对啊，我不需要你救我，怎样？啊？啊？我怎么会死？是不是？啊，对啊，怎么死？我烂啊！我烂啊！我就烂嘛！毛爷爷，毛爷爷，毛爷爷嘞？毛爷爷，毛爷爷不见了，啊，毛爷爷消失了，难怪我叫他没反应，还不想跟他说，嗯，我们来猜拳，输了去打一下那个什么？生马猛是谁？生猛马了？啊，生。什么生猛马？不是生马猛啊？谁啊？我想砍太多，不要加倍了。
哎、欸，他们来参加啊，这么凶？对啊，太凶了吧！你去惹人家，说人家凶。你是不要紧，不要紧，奇怪。不，我要那个矿去找一找。哎、欸，他真的会撞树哎、欸！你真的是不幸哎、欸！哦，啊！真马猛，真猛马，到底是哪个啦？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哪个？哎，满血复活。哦，看一下哦。沙琪吗？好，沙琪吗？去浇水。记得去浇水，可以做几个？好，三星座球，看一下哦。不小心把人家打死，真是抱歉。这个也可以吗？这个也可以。建造粉碎机，来吧，来吧，来！啊？嗯？当浪民了，小朋友去当浪民。什么浪民？他不要这个家了。哇，种子！啊，把你们都拉上来。种子。哈哦，把你们拉上来。晚上好。等一下，等一下、哦。小布拉上来好了。嗯嗯。这张月饼就啊，小布你下去好了。小布你下去。反正你也没有讲话。他可以直接听啊，就不用等直播的。对啊，这样可以直接听啊，延迟直播会有延迟。哦，好，那也好。OK， 你看你心结他了。小姑不要这样吼，我想说你没有讲话。啊，他七等为什么是红色啊？材料不够吗？没有，因为他等级超过他了。他的真实等级超过你的等级，所以他会显示成被你压抑的等级。啊 ，OK。难怪刚刚他打那么痛。冲啊！抓！你们在哪里？我想一下，我要去找你。我去给你加加，等我一下。你先在那个风起之地那里。63。我已经跳下来。你回去，在很下面。你要回去。哦，我回去要爬山。回去。那第二船点那边。你就往下走啊！你是往下走就看到很像有人住的地方。啊、因为他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船啊，就可以直接。他加入工会之后就可以直接传送啊。OK， 你等我一下，我要爬山。我看不到，我要爬山。我可以去找你啊，我可以找你，只是我现在看不到。你跳下来啊！我在传，哎、欸，等等，停停停停啊！我看到你跳下去。哎，我去这里。笑死！哎、欸，阿露诺怎么来了？你怎么不见了？啊、我来抓猫的。哎、欸、哎、欸，有猫头鹰。你先弄去等，好，我弄，我来推行这个车干，可是我要先拉我自己等，留下六等，好，我速速，等我一下，我来了，等一下我再，没有，我们想要赶快把据点的等级拉起来之后，我跟小布要出去流浪了，危险，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应该就是科技时代打十千，科技时代打石器时代 ，OK， 你们还在拿弩的时候，我们可能拿枪了，没事，到时候希望伺服器还在。那确实会啊，我会开2到3个礼拜。不是最近太多伺服器啊，对，会的问题。我们那个是因为尽量不要使用 bug 玩这个游戏，因为 bug 会导致你的风暴比一般人的风暴更容易出问题。那这游戏的机制是你的风暴一旦有问题，就会直接把你的资料删掉。可以哦，原来真的好，对，所以尽量不要用 bug 玩游戏。OK， 没事，我根本不知道什么 bug。绝宝，反正就乖一点啊。对啊，反正就乖一点。绝宝进来了。
好了好了。轮呢？雪宝轮。好了，我抓了一公一母，等下带回家就可以升帕了。给他身份组了。可是你们有做孵化场吗？还没办，没啊、交配场还没做吧？还没、啊，还没。那个很，我们没有。我们现在那个不是十多级个人科技等吗？我看一下。对啊，而且还要做蛋糕哎、欸。对啊，蛋糕就麻烦。配种牧场十九等。对，那太高了啦。慢慢下去啊。今天等不到了。可以啦，缺食材，缺食材。现在开始玩到今天结束前，我觉得我跟小铺应该弄得出来。现在十九等，玩到今天结束前，不过就是十九等的事情而已。确实可以。请问是说今天吗？对啊，对啊，他在说今天啊。其实我今天关台之后，我也会继续玩啊。老实说，二十啊，不是要致命公司吗？哦，Lethal Company， 有人捡垃圾捡到上瘾了，我根本就没有捡到垃圾，好不好？你们装，你们捡垃圾都没找我，难过死了。哦，心杰知道了，是谁？心杰，谁？谁？心杰 ，so bad， 太夸张了。谁心杰啦？我不知道，都没我干呢，你在说什么？对嘛？你在我干呢？有人好像把有人好像把装傻技能点满还是怎么样的、欸？哎、欸，他等级好像有点高哎、欸。谁？你怎么等级好像有点高哎、欸？我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帮我揍一下他？你加减揍一下吧。你说怪是不是？一定要叫宝可梦帮忙？是这位先生，一定要叫帕鲁帮忙揍啦。你怎么一直做箭矢啊？你是要？不是啊，我就一根都没有啊。不是你刚做了那么多根？那个死的耗量很快、欸，被人家拿走了。对，我重点是我好不容易挖回来的东西又没了。好了，我等一下去挖，等一下去挖啦，不要这样。完了，所以七幺八，等一下还你。好，我先去拉等级。霸鲁工作啊！哎、欸，有火狐，我们的霸鲁，我会煮，不要追他。干嘛啦？是不是有人死了？是不是有人死了？我输了，我输了，我是只能放弃了吗？晚上好啊，那那我等下再来捡我的东西吗？降落，感谢降落，看一下是重伤倒地，哎，按错了，感谢追逐，这是哪里？我看到我死在哪吧？感谢枫叶，可以，地图按的开来看得到。哎呀，或者是你可以看天上，天上有一束蓝色的光，那是你死掉的地方。好，也是别人死掉的地方。可以选这里。哎呀，真是的，一数就变初始的样子，太远了吧？我怎么走这么远？传过去啊，传过去啊！太不是啊，这已经是哎、欸，这已经是附近，没事没事。他写说在被其他人抢走之前捡回来吧，因为反正就可以玩家抢玩家的东西啊。对。UC 天才不过如此，没有没有没有的事，我可以我可以。你在抓谁啊？你在抓谁？我不知道，他看起来肚子很大。看起来肚子很大。欸，我要啊，可以按这个。哦，我想自己播种欸。谁？你啊。我就点工作速度，我不播种要干嘛？哦，你有点工作速度哦，我全点工作速度啊！我在隔壁伺服器就这样玩啊，好猛哦！我做蛋糕十一秒、欸，哎，我做蛋糕十一秒、哦，对啊，我选择生一只阿努比斯家帮我做，阿努比斯说不能做蛋糕，完了，想骗我？他不是工作台吗？他不是手做吗？他是，啊、他是酷人是不是？他是烹人啊，他是烹人。你在干嘛？露露在干嘛？我去看他到底在干嘛？你又死在哪？朱雀做蛋糕也要快一分钟、欸，找朱雀帮你做蛋糕。没事没事，我讲，我快火起来了。还是我现在分享画面给你看我做蛋糕的速度，那就只好派两只朱雀了。找来只有一个可以收，好不好？王爷爷不用过来，王爷爷。哎、欸，我在哪里啊？的东西可以捡。不要捡我的，我在抓那只哦、喔，快把它打死了。你在抓什么？我去看。那个绿绿的头上有花的。哦。你在抓花冠龙，难怪你会死掉。别慌了啦！快抓呐！快抓！我觉得你死的刚好而已。你不找人来跟你一起 K 他，他现在是找人陪他一起下去葬了。
啊，我摔死。哎、欸，他快数了哎、欸，我帮你再加一点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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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血还太多了，才一没有。他就是有洁癖、喔，他不想要你碰他。不要你不要碰他！啊，我已经碰他了。哎呦，爷爷碰了，脏了，不干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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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等等，说他很痛，再见，爷爷再见，来了来了，死好，又一个死了。你要不要先救我？你要不要先救我？等一下啦，他在。你有九十秒，不用怕啦。可是，欸，我刚只有七十秒，为什么？哦，你死第二次了，是不是？哎、欸，你快，不要救我，不要救我，你会死，你会死。我来了，我来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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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后面一点，你在看戏哦、喔。乖乖，你在哪？你在哪？跑到没力气了。哎、欸，可以了吧？中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是卯太郎摸过他了、欸，哎，你还要？对啊、哎，你要不要给我？我都摸过了。天哪！哎，天哪！我被卡住了，我被卡住了。他脏掉了。他不干净。他不干净了啦。收、so。我看一下。我愿意接收，我愿意接收垃圾。五十烧，五十烧。哎、欸，他有那个哎、欸，减少那个限值十趴哎。减少什么五十趴？这其实还好。限值，我也不知道，丢出来。啊，很可爱！啊，我只有一只猫，好可爱，被抓了。刚刚看它胖胖的，可爱可爱的，就想抓。我每次都不敢摸它，我都……我想要轻松虐，去抓那个。你回来，我很怕它。最后一下暴击，是不是很气？是不是很气？非常好。那你要野猪吗？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抓鸡哦！哎、欸，那个小夫，我八等快九等。小夫说你可以把那只丢给他，然后他摸摸完之后，他再给你。好啊。笑鼠。可以抓十只哦！哇，一级必杀，傻眼。十只以内都是那个啦，经验值比较高的。现在太强了。对，十只之后就经验很少。真的。每一种都是目标抓十只。其实也不用吧，就一直抓一直抓，我觉得。没有没有。要那个等级，最效益最大的话是十。嗯，是啦，我知道效益最大的话是十。前十只都有经验奖励。嗯，没错。嗯。啊？怎么一抓草蟒蛛喽？你也太大力了吧！你这个人，你就要去抓草蟒蛛了。还好吧？太快了吧？四等，蛛等级很低啊。等级低啊？这边都还在新手区呢。啊好。我要赶快把等级拉起来，我才可以回去帮你们科技弄东西啊。十等玩家就看到我了，完了，我真的是烂炮兵哎、欸！丢，你就靠你的那只花冠龙就好了。他打一下太痛，我直接揍死。神天，还有几颗球？养羊，五颗。哎、欸，有地下城哎、欸！我看直接去地下城。他敢说自己是 UC 天才？我是啊，我怎么不是了？你们要去地下城不限等级吗？限，这个是这个城多少？十三等而已，可以了。哎呀，怎么又抓到一只？你现在才几等？我把它等快九等，快可以了。好吧，新手不了解。看看看。哦，花冠龙到后期都还蛮好用的。哦，真的假的？打错赛。好哎、欸，抓了一只。好用的，那我可以去打那只大只的大象了吗？不可以，先在外面盖临时据点。还不行，王爷爷，你记得王爷爷？我当然比你高啊，废话。啊？啊？七等啊，我七等。我八等啊。什么？哎、欸，我这只老鼠好会跑、啊。我这八等吗？是吧？你没看就在那边说你八等了，我傻眼。先吹。先讲再说，不管了，不管了，我傻眼眼啊！我又说，我是不是八等吗？看一下，哎，对我八等了，怎么会？我竟然输了！先点一下，完了，我要死了科技要点什么好？我要死了。你有要做的东西再点就好了，对吧、啊？不然他不会那个东西你做得到再点。哎、欸，我抓到一只虐待狂双鼠哎、欸！哦，护
盾是？我要数了。护盾是就是不是你血量外，他之后会额外给你一层盾。哦，蓝甲啦，你这样想啊？对，蓝甲。这个值得点吗？蓝甲啦，蓝甲。你能用第二句点的时候叫我一下。我想说，我直接先弄到十等。我可以点安了哎、欸，我可以可以骑这只帕鲁哎、欸。那我说我先弄到十等，我先把等级先全部标起来，之后再回去把建设盖起来。他叫什么？我数了。皮革，好，回去。你怎么数了？你刚不是在我面前跑来跑去，你怎么数了？因为我看到水里面有一只在游泳的松鼠。人家游泳，你管人家干嘛？你这个坏坏。坏坏。我就跑去抓他，然后就抓到我自己数了。鸳鸯戏水。人家爬得好好的，你就要去吵人家哦。对呀、啊哦，不素啊，他就很可爱，有什么办法、啊？想对松鼠色色，你死在哪里？哎、啊欸，你说什么晚上？我要跟警察叔叔讲了，有怪怪的人，有人懈怠。他们睡觉的时候比较好抓，睡觉的时候打他的地下会暴击。他在水里呀、啊，重点是他在水里。哎、欸，不对，就射他。然后他血已经快没了，没有，他一直在逃跑，因为他快死了，啊、所以他一直在逃跑。好可怜哦。我就只能够跳下去啊！修理，为了要让他有躲进那个温暖的帕鲁球里面，我是在救他哎、欸，岂有此理！好了，我升级了哦！啊，又有一只花冠龙哎、欸！哦，可是他真的八级了是不是？哦，七级而已，七级哦，八了是不是？快了，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全世界，帕鲁看到可爱的就想抓，是吗？是该报警是。我们全世界都八等了。你抓好之后，哦、你把美露帕放出来，长按 F 键就可以骑它。一下啦，他这个输掉了。我你脚一下而已，你在那边开始不耐烦了。真的？谁谁？哎呀，那么坏！哎哎，不是你，不是你，回来回来回来。OK。这个。然后嘞？长按 F 键。F 键啊。好了。啊，你要下马也是长按。完了，打不完 NPC 了，完了，没救了，完了，哦、他死了，他死了 ，NPC 死了，你真的是很恐怖哎、欸，天哪、啊，梦见露诺啊 ，NPC 为什么会死？露诺打人啊 ，Oh my god， 他怎么死的 ？Oh my god，so bad， 怎么一只？杀人了哎、欸，公主杀人啦，怎么就这样杀人了？直接来地下城挖大颗的蓝矿，想喝羊喝爱心，哇！一次滚滚一次，哦，我抓到一只骨，哎、欸，我一直按错，哎，骨质疏松的猴子，骨质疏松，好可怜哦。他可以干嘛？他是快死了，没干嘛、啊。他就我看一下骨质疏松会怎样，负、啊、面的啊，这是负面的。我来做个三十颗球来用好了，对，我可以。不是啊，我不知道会打死人啊！什么叫手管不住？就是想杀人、嗯，哎呀，不是，我就看到那个按空气炮，我就好奇是什么啊？绒毛冲撞，啊，好可爱，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天哪 ，Go Go！ 哦，爷爷在哪里？我在家里啊，快跑快跑！他想杀人，他想杀人。好，爷爷、啊，我们出去玩，我爷爷。快逃啊！快逃啊！走啊！躺着不干净，躺着不干净。哎、欸，哈克龙，怎么？你怎么已经可以那个了？哈哈哈！啊，我卡 bug 了。为什么你有那个？我也要做。这可以载人吗？不行，载不了。建成辣妹啦！人建成辣妹，建成辣妹。哎呀，我这只是母的，它只喜欢给女孩子做。我靠！那男角做不上来啊！我靠，太有个性了吧！我靠！你要去玩吗？我们要去哪？要去哪？我也不知道。哎、欸，好可爱哦、喔，这只。哎，先带点球。怎么办？这只有点可爱、欸。你可以去抓一只，它还蛮好抓的。这个舔太可爱了。它那个射头好好笑。先把塔主打掉。我然后想对松鼠射射。走走走。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边哎、欸。我有五颗球、欸，我们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啊。走，我带你去。好啊，哎、欸，可是我剩没几颗哎、欸，是不是应该做几颗球再出？那我们可能要准备多一点球。啊，我们先准备多一点球。我们把他们材料用完，准备多一点球再过去。二董手上有弓啊，对啊，很危险吧？
不是啦，是刚刚那个按，我发现他可以按空气炮。嘿嘿嘿嘿嘿，收回来。为什么是佩克隆在扁我？救命哦！可以的，可以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老哥，他二十等，这不是相信的问题，这是性命的问题。他二十等。我要去找很多矿啊，毛燕走挖矿去。所以我应该不用做什么采石场了吧？没有啊，我们还是要哦，你已经做了啊，有做了，有做了。对他们已经有做了。哎，我一直在回溯哎。我们缺矿吧？你怎么在采树？你是要木头啊？因为木头蛮多，木头一百多个、欸、你骗子？那是我挖的。你骗子，那是人家的。我跟你说，我们是同一个公司的，那個、公司资源。走啦，走那个派的矿，我要回去找。我在旁边挖那个。我要去原本的地方。你要去哪？我怎么看不到你？佩克隆是主动攻击。佩克隆是什么？佩克隆、嗯。哦，不能打 NPC 啊、哦？那 NPC 可以做什么？对啊，NPC 死了会复活吗？会。不知道哎、欸，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最一开始传点那个 NPC 打了，你会被追杀。他手上有枪哎、欸。啊对。我看到一个好大的东西，冲啊！NPC 都很凶。是什么？哦，没事，我看错了，好吧。普通的羊，我还以为是什么。你去哪啦、啊？我怎么看不到你了？原本的地方、啊。你要去那里干嘛、啊？我在找矿啊。啊，你在找蓝色那个矿是不是？对啊。哎呦，会不会摔死啊？我有看到你了。我真的觉得我会摔死、欸。不会啊，这个游戏好像摔不死。会啦。被摔死了，又是亮亮的，我来了。你要遇到亮亮的，等我，马上到。他等下死给你看。我带了13颗球来支援你。不，不要了。跟进去吧。走。去哪里？旁边那只好碍事哦，再做一下。我是卡到 bug 了吗？初始之地那里。哎、欸。有抓到拉拉队，小布好远哦！叫小布哪里去了吗？我知道小布去找第二营地要该在哪了？小布在啊，我抓到了，我抓到了！你抓到了、哦，亮亮的，喜欢玩火，圆悠悠。哦，那我们去那个好了，我们去那个。哎呀，你一直来。我们去极玄佑那里好了。啊，我现在在。哎，对啊，我现在。还要烂炮兵，我缺球，没球了，没球了，饿了出换哦，对，忘记可以出换了。看我真的卡到 bug 了，我死掉之后，我的道具格显示我还穿着装、啊，但我实际上没有装。好吃，然后我没办法穿新的装上去。哦。好爱这游戏哦，都是 bug 的游戏。那你很适合玩光遇哦。光遇，真正的 bug 游戏。No。哎，毛爷爷，你在哪？你可以玩路诺，可以带你。你离我超远。你现在可以先回。我只能带你跑那个，我只能带你去吃馒头。啊，不是预警吗？啊，对对对，预警。你可以先回据点，我现在要去那个。然后是地图上不是有一个极玄佑那边，在上面一点点，找不到地方可以啊。那个极玄佑附近有个船点，哦、那船点旁边有地下城，变成这个样子了。哎，那边哦，是卡 bug 吗？绿的，冲啊！家的基地很多木头都消失了。哦，那你重登，一定是有人拿去用掉、哦那。那你可能要重登，一定是被烧了。哦，又好了。等下，这会出事，这会出事。这怎么会？因为你那边美国连过来会比较那个吧，就是哦，比较差点，比较不稳，可能比较不稳。差点摔，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看到那只雪宝连不进来、欸，可能跟刚刚白牙的问题一样。欸、我叫他捅开了。啊，我他好像可以。哎、欸，他在睡觉哎、欸，他在睡觉是不是可以直接抓、啊？不行。应该说应该可以啦，只是几率就很低啊。你看那个帕鲁球，它不是会有几率吗？啊，完了，
我要去那个吉玄佑那里了。妈的，差点又死一次。有人要一起去的吗？嗯、啊。有人要一起去？我差点刚刚直接掉进水里，太黑了吧！我要把我的那个。你可以做火把、啊，做火把。我有啊。哦、你有。好吧，我知道我自己去了。要去哪？吉玄佑，我要去那个地图有一个吉玄佑呢。我要怎么看地图？吉玄佑，哎，后面啊，不是个圈圈，一个很像蓝蓝的帕鲁。爬？我被 kick 啊！你哈什么？地图打开。我打开啦。啊，你应该还没探索到那边吧？是吗？哦，我看到了上面露了半个脸。哦，你要去抓那只哦？对。等我，我不是在采矿吗？你球很多是不是，马爷爷？我现在有13颗哎，帕鲁球富翁哎、欸，13颗不够吧？啊，我真的卡到 bug 了，我一枪打死了、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一枪就被我打。按那个吧，他不是有一个功能可以就是原地死亡？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如果东西掉在很远地方怎么办？没事，死亡后重生。哎呀，这好可爱啊！什么？他叫魅魔哎、欸。哎，是亲戚吗？嗯、欸。猴子，你们放了两只那么多，那猴子很好用、啊，那么强，没有猴子可以干很多事啊。对，锄头不够，专业努力就对了。可以借点锄头。完了，这 bug 还在。这鸡是不是没什么用啊？有机会生蛋啊！鸡比你有用，下蛋啊！后期蛮有用的。有没有锄头、啊？我走，我走，我走。因为你要做蛋糕啊！你看，连小夫都这样讲。有没有锄头？你去采石场摸一下，我刚挖了一些。我觉得我账号出 bug 了，我没有办法穿衣服。你要不要重开啊？你重开就可以了。我刚才已经重开过了，就是干这个啊，还有这样的啊。就是我死掉之后，我的工具格跟装备格原本的东西都还在，但是不能使用，而且它会显示不就是不存在。就是我看着我穿着衣服，但是我还是会冷。我傻眼。他说你先把它脱下来再穿上去。哎，学霸，他拿不掉，那个格子动不了。学霸 ，Hello， 你们在哪个地方？我应该可以进来吧？可以可以。进来之后跟我说，我去接你。不不，我来。你们在哪里啊？你进来，学霸你来是不是。那个风起之地。好风起之就起始台地吗？对对对对对。哇，来来来。嗯在这里吗？是要我去他才可以加工会吧？你在啊？有谁都可以。你下来，下来，下来。哦，只要是下来，工会成员都可以。哎，地上火把剪一下。哦哦。剪一下，剪一下，然后马上用，马上拿，马上拿。我要这个。露诺，我有18颗。马上拿。你怎么那么多颗？好好好。你先摸这个。哎，我努力挖矿哎。我就没看到矿可以挖。耶。这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探险了。是谁？你叫他们去探险。啊，魔符猫，走开啦！就没有要惹你。走。我看一下。嗯，你先过来吧。你按左键是可以攻击。我们跟着，我们有没有什么箱子是在放材料的？你们要去哪里？第二个箱子我拿来放材料了，里面有很多木材。好，随便放吧。好，可以。先带你去找露诺。好的，先带我去找我的亲爱的。完了完了，后宫后宫完了完了。那怎么了？糟了，后宫要失火了。第几个后宫呢？嗯，哎呀，学霸，哎呀，已经认了一个我的观众是老婆了。再一个没问题的吧？没有，不是，不，我们一夫一妻制啊，再认一个老公 ，OK 的吧？一夫一妻制，你可以一个老公，一个老公，一个老婆，一个老婆。哎呀，没问题的吧？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没有问题呀。可是他。他老婆好多了哎、欸，
还就不、哦、没有，他今天的老婆只有这两，他今天的老婆只有那个啊，就对啊，我是他宝贝，他是他老婆，来就不，来就不，来就不，哎、欸，叫不停，他会打兔子哎、欸。我不会，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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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我最喜欢兔子了。你屁，最喜欢兔子了，真的。他可以打其他只兔子，不要打我就好啦，对不对？你们这群挑拨离间仔。哇哇哇！雪宝要来了吗？我先去采一点矿好了。带他了，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直接传送过来就好了。他又不能传送。他还没工会 啊， 啊，对，可以加我工会哈。没有，他叫你，你就给他加工会，他就可以直接传过来。不要，我带他跑啊。哈，好可怕。来，先摸这个。哈，我先找。里面这据点就是了。我先找他。摸到了。哇，这是什么？这你们建的吗？你这有七颗，怎么那么穷？我就很穷啊。没办法。哇，这什么？努力都是努力。嗨，雪宝。嗨，欢迎你们泰拉。我帮你做一件衣服。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开始献殷勤。那我是不是可以把火把收起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哎、欸，我是把它丢了。你是什么？你是梦见露诺？他是露肉。露肉。这里，哎，雪宝这里。工作台。衣服在哪里？这里啊。右边那个，右边那个工作台，右边这个吗？对，喜欢玩火，这只亮亮的不能捡，哎，可以帮他取名字吗？啊、他没进工会啦，来来，你对我们点，哦、你还没进工会吗？你对我们长按 F， 可以帮他取名字，对，随便一个人长按 F， 可以耶，人，哎、欸、有人，掉掉掉掉掉，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我好、有了吗？有啊。我刚刚按太快了，有、啊、有了耶！那、yeah、应该这样，那你捡捡看。啊？怎么？好像可以吧？你这里收取，帮他取名字。哎、哦，有了，有了，有了。还叫什么名字？我衣服了。然后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在这、都可以做。劳改材料应该够你做。109号。你可以先把你基本想做的东西先做起来。哇，为什么已经你们为什么已经有古代文明部件了、啊？那是我刚刚把那个打那只闪光会给打掉。闪光打 boss 啊，打地下城。你们不是刚要打那个发光亮亮那几只？我刚刚打了一个亮亮的，我又抓一只亮亮的，不是吗？那几只就是抓一只亮亮的。对，他刚刚超幸运的，他一进来就遇到那个，还遇到了第二只稀有帕鲁。我要去采矿啦，没矿。好啦好啦，帮采啊，帮你采啊。去哪里？要不要去地下城采啊？哪里可以去？好啊好啊好啊。刚刚什么极玄右下面传送点，隔壁就有个地下城。好，那我们先极玄右那里走。来，我们先一路抓过去。哦，走吧走吧。你有球球吗？现在就上去采矿。哎、欸，你会玩吗？我看起来像是会玩的脸吗？你看起来就是游戏天才，可以吗？睿智的眼神，现在我是天才吗？睿智的眼神。我们身为兔子，应该都是很会玩游戏的吧？睿智的眼神。直接用走的。野兔跟家兔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哦。笑死。对，所以是等一下。可是雪宝这里，我做一把弓给你，是来打架、欸。你要做一把弓给我？我又要饿了。哎、欸，对，我说什么生肉？哎，有没有弓嘞？可以喂它吃吗？可以。哇，老旧的也是弓啊。弓箭在这，弓箭在这。原来他还要做箭矢啊？对啊。哇！我来了，我来了。主人，那如何的？主人，我来了。怎么了？他、啊、不是要去那个吗？有啊，我带你去啊！我说来啊！我休息什么？是我走不动、什么？彩虹说什么？狗休息什么？狗休息什么？狗休息什么？今晚可以自己剪哦，可以自己剪。好。哎、
这里有，这里有，先采再说。哎，有蛋，有蛋，当自己家，当自己家，先捡。你瞅什么？你瞅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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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瞅啥？你瞅啥？你瞅啥？点蛋。锄头。捡了。没球了，工匠精神水哦，老公，我十等了，太快了吧？哎、欸，你怎么知道？看到你等级啊，好没隐私哦。哎、欸、哎、欸，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偷拿你的剑、欸？对耶，剑剑把我开啦！我就跟你说，我就叫你拿，啊、叫你拿。我是摸那个。然后你旁边，你看看这个黑黑的有没有？这就是地下城，什么十字镐啊，斧头啊。这个黑黑的，日刀看起来很像方便砍那个，很像什么？哦，你要点的贴皮没贴好。来来来，斧头不用点，不用点，还要等卯太阳来玩。要吗？你们先，你们先，我在这里帮雪宝。我们这打完就好，那么吧。然后还有什么？石斧吗？对对对。好。啊！我怎么走到破败教会？好，然后都剪一点，两、个都剪一点。然后嘞，看要开打还是开沙都可以。啊、开打、开沙、开挖都可以。欸、我没有球，我只能砍柴。不行，这个啊，你没有球。我们球的时候都被我们用完了。要给你几颗吗？给你几颗？不用，我现在做了。哎，就跟你说，资源放身上。不要这样，没事，不要放箱子，真的。哎，没事啦，没事啦，所以我。啊、我才有点工作精神啊！工作走吧，雪宝。嗯，我们去这个先见之明抓了，所以我跑出去没有看到，我都在地图外面自己做自己弄，都不回家了。你们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样玩多人要干嘛？玩单机就好了。你们这样子好玩吗？你们这样子挖，我总得先把我要的东西做完再一起玩吧，不要我要的东西变成你要的东西，这样我很难做哎、欸。找你们来是为了什么？就是我要抓那个。你们是进来当帕鲁的哎、欸啊。对啊，你们就是抓帕鲁的。抓你抓你抓。可是我只有我一定要检举这个频道。我没有球。那一个都别想跑。哎、欸，一个都别想跑。来来来，真的来来来，真的不要想跑，真的。来，不用，不要这样。这发言真的是哇！我的频道叫龟田卯太郎啊，我的他的那个、啊、不要这样，前面那个叫龟田卯太郎啊，龟田他的专属项链。龟吉卯太郎，我昨天是不是有讲有的项链有个坐骑啊？它的效果就是要这个，可以抓哦。哦，哎、欸，你没有球对不对，雪宝？对啊。等一下、哦，好远哦，我分一半给你，很凶巴巴。哇，我全部都捡人家的、欸。好爽啊、哦！因为你太慢来了。不用啊，我只想打死他。这就是厚道的好处。厚道的好处。没事了，我家露露什么都给我了。So sweet， 没办法，谁让他是你老婆。So sweet， so sweet， so sweet。你想抓什么？你有想抓的吗？我想抓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上次就玩了一下下而已，前面那种。看到什么？想抓火龙符，看起来好可爱哦、喔！哦，没球了，可以抓吗？可以抓，我有，哎、欸，丢他，按 Q， 按 Q， 打后面那只啊，后面的，嗯，那可是他真抓几率很低啊，哎、欸欸，他逃了，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丢到中为止，嗯，差不多吧，完了，哎呀，他命中可以吗？你丢到吗？丢得到吧？我想说，你怎么都不理他？没有他一直逃啊！哎，炮兵，对啊，继续啊，丢到中啊！我要没球，我要回家。棒，消一点血，还不在挖个矿哦，里面还有一些。啊，还没挖完，这地下挖完，这是地下城。哎呦，哎，我剩两颗，抓到了，抓到了。好嘞，我路过，我来挖矿的，路过。好嘞，好，我要打。我没有要打，我们先去找一下露诺他们好了，他们在这里吧。露诺在哪？我看一下啊、喔。哎呀，他不会动，让我有点迷路。这里吧，往那个什么塔的地方走，隔壁传送点有个黑黑的一个长正方形。对对，走他，走。
哎呀，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哎呀呀，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被抓来怕了。怎么又有老婆了？不知道，不知道。对，怎么回事？中毒了怎么办、嗯？这是什么？这可以敲吗？中毒了怎么办？对了，然后雪宝二月二号要出配信。哎，是。原来还没吗？哦，右边这边是、欸、怎么每个人都这个反应？哎、欸，我想说你在推特上面蛮活跃的，我想说，哎、欸，因为你已经播很久了，啊、其实你播蛮久。哇，哦、对啊，这样敲它会有碎片吗？有哎、欸，会有。盗猎集团，对，你要拿十字稿啦，雪宝，十字稿。看到师傅砍，看到什么盗猎集团可以打是吧？你打他们，打他们会掉东西。凶哎、欸，好，打他们，人超烂的，碎掉了。人可以抓吗？可以，他抓一只、哦。可以，我记得不是有一个那个可以抓那个人形 boss 吗？雪宝他们在這、欸，那个不要抓。啊？不要抓？不要抓？没有，我说人形 boss 那个是 bug， 我、哦、是 bug， 抓下去伺服器。会容易出问题，对哦，建议没有看到矿，前面啊，前面都是矿、啊。我们要给每个帕鲁一份工作，我们就是帕鲁啊。哎、欸，这是什么？这只好可爱哦、喔，那个，这个，后面再挖就好。扁他，好，扁他。啊，前面有宝箱吧？这边有个宝箱给你开。好，开宝箱。按 Q。嘿。OK。哦、太阳，你们到船点了没？我们还没。哦，他跑了，我等级太低耶。不会，大家都一样，就一直丢就好了。大家都一样烂，那就是一个几率问题。你掉大家都一样烂，几率问题。会进跟不会进而已。会中。哎，中了，有了。我先去找金币。这边有一只猫。好，我来去找我的宝贝了。商人可以好朋友来了。挖矿理论是什么？就是再挖一点，一定下一个一定下一个一定输，下一个一定输、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相信统计学，相信挖矿理论。毛爷，等我，毛爷。不是抽不到，是钱花的不够多。对，抽不到不是游戏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哎呀，这个先点，这个先摸吗？哎、欸，他连衣服上那个湿湿的感觉都有做出来、欸。然后他们在上面，对吧？那么酷。然后嘞，继续爬，继续爬。你们在哪？没有，我们啊，我们这边。我们在爬。你们到船点了吗？有个船点。我们现在在盗贼团这里。盗贼团，对，你那个看一个，那个你那个船点附近有一个很黑的一个洞。像贴膜。很黑，没贴好的。在地下城里面。对，进来。我们剩 boss 要打了，进来玩。boss 能抓来了，可以，来了，抓 boss 时间。这个，哎、欸，没有带球吧？我只剩两颗，有，我好黑啊、喔，球了，我没球，怎么进去？哎、欸，我们两个加起来大概哦、oh, ，F 按地进入地下城，要进入地下城吗？是，哇，好多盗贼哦，是，你们还有盗贼？我进来了，盗贼啊，我刚打完、欸，好，我去打。他们是雪宝来揍他们，哎、欸，他们逃跑、欸，哎，傻眼，哎、欸，好像地层里面盗贼好像会刷新、啊，为什么我这边有？为什么我后面还有怪？快了，我要是有，我放他们过来可以吧？不会，哎、欸，哦，不会，盗猎团好像不会给，有机会，人那么多吗？好、欸、多人来了，这只猫，这个吗？喵斯特。一边有一个叫缪斯特的，能抓吗？他就是抓了会在牧场里面产钱、啊。可是他，哦，真的假的？快抓！你们需要支援吗？我们快到了。想抓他。我们那只是什么？那只怎么那么可爱？可是我觉得这只很危险，先收、啊。那我们先去接他们好了，因为这边有点。出街熔炉跟温泉啊！我不行啦，很痛啦！我拿两颗帕鲁球，好哎、欸。这原来是我的。我去捡球先。哎、欸，捡矿。石头、木材、帕鲁体力要十个。没打。熔炉可以挖矿，挖矿。好，升级了。熔炉可以。啊！谢谢追随，但我没有开那个网页，就懂我什么都看不到。喵斯特。是谁最帅了？等一下，我什么都看不到啦！我的，我想说，
我玩个游戏。那你怎么听得到声音？不是要开那个网页才听得到吗？噔欸、小朋友，帕鲁提议打哪一只啊？忘记了，企鹅吧。企鹅有水属性的，公的母的没差。哎、欸，有一个五等跟七等诶、欸，抓哪只？当然抓低等的啊。好，为什么？抓高等的、啊。谢谢灰黑果实的这次阿里亚多，我继续打怪。阿里亚多，不要浇水，大战就有。没有，我说帕鲁提议。体液掉落物，掉落物没罐，蓝色的。猫爷的物什么？硫磺一定要挖，硫磺在哪里？我不知道。现阶段硫磺这边不用挖，没关系。体液不是灵魂，体液装在试管里面的那根，通常大家不会去注意到那个东西的那根。技能。技能在哪？我们现在就只能玩。印象中是打水属性的啦。那个也没再打，不是啊？我要做温泉啊，温泉做完就可以滚了。你要买，你们在哪里？你们现在在哪里？岔路口吗？我们现在在一个水洞，我也不知道这是。好好，等我们，等我们。我后面刚刚有矿石，真的假的？不知道，前面一堆怪耶、欸！我军王旁边有个村庄哦，我们只能先帮他们清。你说军王美露帕那个、啊？叫那个。怎么办？这游戏好好玩了。怎么办？这游戏好好玩了。上瘾了，上瘾了。怎么办？这游戏好玩上瘾吧！这游戏真的很好玩。完蛋了，完蛋了！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这游戏到了，看到轮到了。这里。打他们，赚经验，打他们，赚钱，打他们有钱。哇，打谁有钱？那些人啊！哇，轮到自爆。哇，那只很胖的是什么？怎么看起来那么高智力？我死了，我死了三次。什么？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看起来？这好可爱、喔！就是他会产钱啊！什么东西？谁会产钱？什么猫？哦，我居然空腹，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你要吃什么？你说来什么？你可以跟他们要来。伊桑，你要吃在地美食吗？来，哪里来在地美食？在地美食，好可爱哦、喔！我怎么摸到？你又有羊肉串，谢谢你。我要怎么摸它？你要放，你放出来，然后按四，一二三四的四。我抓到了，我抓到了。你现在有什么？有上位使用的属性。然后你就点你喜欢的。我要强化了。好可爱哦！两只猫我都抓了。走吧，我们去打 boss。好，你可以优先点体力或是负重。我也是哦，可是我刚刚全部都点攻击嘞。哦好，点的很爽。加入熬夜，不睡了，怕整晚。杀人的攻击是偏后期属性。沦陷怕。我也要在地美食。我、啊。你要哦？还有在地美食吗？叫好听的来听听。我把露卖给你。不要。什么？不行，露诺是我的。你不要露诺。不要。露诺是我的，你在说什么？你看吧。雪宝有饭吃吗？我给他有啊，刚刚给了我在地美食，欸、又有吃的了，耶！里面露露也是我的，我在这啊。里面有个商人可以买，小铺说的，都是我的。没有商人在另外一边。哦，不是我们这里，不是我们这里。对啊，我们不是要去打架吗？对啊，前面。我们不是要打 BOSS 吗？对啊，前面啊。冲啊！哇！架好攻了。不是啊，全身四零，太快，威吓射击，最后还没，太早架了。我在这里面可不是烂炮兵呢，我先跟你说。好，你怎么回事？你下次再对我不满吗？你个八等炮兵错了吗？那个蓝蓝的大框都可以挖回家做。又有喵斯特哎、欸，太多喵斯特了吧？啊，有喵斯特。那只很像埃及那个猫咪。人家很高级。他揍我！你揍回去吧！快扁他，快扁他，快扁我！怎么打女生？怎么打女生？流出来哪里？揍他！哇靠！与世无争。我打女生怎么打女生？哇，好痛哦！好痛哦！露露那只真的好痛哦。对啊。露露你怎么？啊？这么痛？因为他等级很高啊。但是我花了。我三条命跟某爷一条命换来的。真的，你有看他手上都是血吗？他满手的血腥是吧？对的。猫咪接过。猫咪接过。痛啊！很可爱耶。
带回家升級。然后这边可以刷，就是大型的帕鲁。哦、oh, ，因为它必定会有一只 boss，、oh. 就体型大的 boss 在后面，就可以刷。欸、体型大的跟体型小的有差吗？没差，有啊，对啊，就是比较大只。boss 吗？有吗？有差吗？没差吧？体型比较大而已啊。有的攻击力比较高，有的是它有特殊的技能。你看前面有没有虫族？没有，三只猴子跟一只大猴子。有差放在家。大猴子，哇，就是很挡路、啊。我也分我一点球。这很挡路，我超讨厌抓猴子的。你们要抓大的吗？你要几颗？你要几颗？给我三颗。应该先问你有几颗。那把小猴子杀光再，没有要把它血要打到很低才能抓。走抓猴子。那先把小猴子杀掉。先把小猴子杀掉吧。哎呦，我打谁打人啊？谁在打人？谁在打人？梦见路诺用你。不是哦，我刚好放箭矢的时候你就。你自己走到我的，你现在在怪我咯。啊！我要死了！等一下，我要死了！我被绑住了。好，为什么？因为草属性打人会有缓速效果。哦，救命！露露，真的有这件事情，叫好听一点。我原来没有攻嘞。露露，拜托，露露。毛爷爷，分点箭矢啊，毛爷爷。毛爷爷没有剑了，毛爷爷，你们什么资源都没有啊？打光了，我新的呢？打光了，我新手，我新手，我这只能一人一半了，自己剪，哪里？好，我们十六发，耶耶，剪了，我自己也有十六发，64发，各位，我自己，我的观众也在嗨说他们是新手，各位不要骗。架好枪了吗？好，来了。好，看他笑成这样。我攻击好低哦！天哪！可以啦，可以，我磨得死，加油！姐姐，准备抓的时候记得按晕了耶！记得按一把宠收起来，都要把宠收起来啊！嗯？收了！走回家！抓他才七八，我好像抓到了，中了，好，走后面，一颗中了，好了，没事，耶。然后每个那个地下城后面都有像这样子两个宝箱可以开，哇，哦，然后可以开到图纸啊，技能那个宠物的技能果来啦，还有装备，来你们开，新手运，有时候能开出衣服，先进技术书，这是什么？你开到是技能书，嗯，我开说什么？什么先进技能书红宝石一样哦，走吧。有没有衣服图纸？没有。啊，那这个离开吗？对。你刚刚讲的那个先进技能，那个就是技能点数的，可以额外再加一。哦。啊，然后红宝石是卖商人用的。好。哦。然后就是可以走旁边，我就是这样刷了吧？就是我们都已经弹尽粮绝。想刷的话，就是传这边，然后去隔壁刷。传，那我们现在要传哪里？还有西利斯。我们先回据点，先回据点放东西啊。据点在哪里啊？中间。很像小城堡的一个图案。要写一个据点。最中间据点。温泉，我说要做个温泉。我把猫放进盒子里。你的素材够吗？我想说，我出去收集温泉素材。问就是回来。问就是强力的，不够的话我要回去做了啊！当然不够，不够啊！我等级不够，我等下回去做，我帮你出来收集那个，我把我材料全部丢进去。没事，我们家里材料只缺铁艺就够了。我刚刚也想出去，还是 bug 吗？我身上七个了，留三罐给我，拜托不要用掉。有什么三罐？我先帮你拿起来。哦，有火，四点东西差不多。啊！马上回去做完之后，我就可以找小铺了。小铺，你已经找好第二营地了吗？我刚刚吃了露露给我的爱心食品。什么？安东西？我这什么 ？OK， 这也太可爱了吧！插中端，快了！我等下回去把温泉做完就好了。这什么？这太可爱了吧！我放在箱里面。这怎么那么多只？很大只哦，这就是露露。有一只怎样？有一只叫劳改营09号。是哪间？对，你丢哪？你丢哪边，他就会在哪边工作。我放在盒子里。我觉得我可能要再做个箱子哎，这木箱好像。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三个箱子？哪里？里面啊？屁股。那个里面。
房子里面，这里右转，这里哎，过头了，过头了，猫猫猫，提议放箱子。哦哦哦，我正在随，我正在到处乱逛。你刚刚拿走了那个，有，等下就改。我放了，我放了。是谁建的？怎么那么厉害？等到彩虹建的，他是我们的专业建筑师。你放了吗？这么厉害，怎么还是差三个？我要叫他旋风轮椅。刚刚只有五个啊，刚我确定只有五个。专业建筑师苏国义，他本好棒哦！那个，如果你要不要把哎，爸爸，毛太阳要把里面的猴子改成大猴子？阿甲改成什么？大猴。把你的大猴子放进去。哦，好好好好。你可以把它。那只是什么？前面有草泥马。猫，你放在哪里？前面有草泥马，而且它还跑掉了。草泥马不要走。放在这边的箱子，这边草泥马。草泥马没有，里面没有。草泥马，草泥马。如头。有啊，这里这里要走，等一下，我会不会打输他？体力吗？有可能。现在怕了一天，今天为什么没看到？你丢地上好了。哦好，你丢地上我看一下，我没看到哎 ，bug 吗？他走不动。你会死啊？有了，找到了。我有担心哎，那就可以了。哎，要怎么改名字啊？我有点忘记了。你要按 tab？ 哎，你滚开，丢他球，丢他球。啊死了。你的小宝贝杀了他。按 tab， 按 tab， 好。皮飞路打到了他，然后这只是大只的吗？这是谁的剑齿不做？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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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你做，帮忙你做，谢谢。优质工作台，中世纪制造工作台。不要来吗？改名字。哎呀，羞辱我！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哇，要到金属器时代了啊！升级机怎么这么麻烦？翻回，翻回，翻回，翻回。我在房子正中间啊！我看到你了，喂，小福，我看错等级了。你们要那个提议吗？要。我这边有两个。提议可以做什么？做东西啊。好了，我就下来。那是什么？第一点。我先拿我的饮料来啃。真实世界的麦香奶茶，只有麦香最对味，喝起来。哎，有一只肚子饿了。这是谁的猴子？他会自己回去吃东西。哦。啊，好喝。在干嘛？这组在干嘛？我们会不会就这样子，然后一直趴，一直趴，趴不停啊？趴什么？趴我已经，我每次重开，我这个伺服器其实已经重开三次了。我每次开我都玩了三个小时。我已经玩第四只人物了。第四只人物了。我已经不知道玩到第几只人物了。好的，这个剑士我可以拿走吗？可以啊，你拿去没关系。哎，这是性别正确的说法吗？没关系，你拿。那我哎，还是说我自己做？这要怎么做？哎，我不能做，难得。你按你的那个 tab， 你按你的 tab 有一个科技那边。科技。然后你如果已经三等的话，那边就会有一个剑士。哦，我连帕鲁球都还没解锁哎，我先解锁一下剑士。有了有了有了，OK OK， 该解锁咯。我再解了，再解了，你有乖乖解锁的我。解锁解锁。哦，我知道为什么彩虹要把箱子盖在那。这金属钉是谁做的？我不是我。拿。我需要15个做工作台。拿。来吧。材料都是一起的。对，我们不要自私。看到就拿。好，没问题。到时候责备一下而已，小事小事。对，大不了好怪露诺就好了。对，怎么又怪我？怎么可以怪露诺？不行，不行，你怎么可以怪我宝贝？你会被围殴，我告诉你。怪学霸啊，不能怪学霸。那他怪我，那怎么办？那都怪。他怎么会怪你？都怪就公平了，对不对？既然我们这个营地这么公平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怪。战犯，战犯，我觉得都是你们的，对，都是你们所有人的错啦，哦。哎，这个石头，要10个钉子。
大家都有错啦，没错，没有错啦，草莓果没有错啦，食物你们放哪？你去饲料箱里面呢、啊？哦，你们放跟他们抢饲料吃，快点啊！真的啦，跟他们抢饲料。我的电脑玩的都帕鲁，要把画质全部开最低，然后不能开皮，然后只能这样子。就也太卡扣了吧，也不用困难模式吧，不要开 VTS 就可以了。都不行，不要开 VTS 应该就可以。对啊。为什么不能帮雪宝做啊？奇怪，我正在自己乖乖的，自己乖乖的做剑士。给他让他自己。你说什么不能做啊、哦？因为你拿，你跟他抢到了，来我帮你。你会先把做好的拿走，然后才能帮他做。哎，就是加工做师傅的、啊。好了，我刚做给你的十六只，我就拿回来了。靠腰哦，太过分了。太过分。这个技能书可以用。可以啊，你就吃。因为后面、后你升到50的，你的技能全部点不满。因为现在看起来你的花冠龙蛮强，那一只是最强的吧？我们的伐木场在哪？在这里。伐！啊，我刚那个，怎样点到东西了？不是那个到，我在原地抖。你抖。对啊，为什么你们是砍自己的石头啊？笑死！没有啊，按 F 啦，按 F 啦，按 F 啦，好远、哦，太远了。我看他们在砍自己的石头。啊，我在建一个、啊、建一个工作台。你妈妈，不要再建一个工作台吧。我们这个是工作，按 F， 这是按 F， 不是左键。你不要再拆我们家了，这是按 F 的。我爷爷在拆家，你在拆家，你知道吗？我爷爷那个用按 F 就可以用了。嗯、这个是工作，这个是个 F， 哎。我讲过几次有东西啊，没有按 F 就没有东西啊。你要靠近啊，你要长按啊，靠近，它会有个长按执行作业。那只有收取而已。你收完，你收完好，你收，你按，来，你按，看到了，我看到了，你按，长按执行作业啊。会被叫爷爷，真的不是没有原因。对啊，他就真的是爷爷。闭嘴，真的是爷爷呢。我去敲石头，石斧装起来。我要来做一个蓝甲了，不然。那你们哪里有石头可以敲？前面那边有石头吗？你要存哎，那个石头这边，你人在哪？这里，我看到了，我看到你在敲了。对对对这里，这个、欸、不是昨天，你也是。哎，长按 F， 长按 F， 有没有长按 F？ F 拆家啦，拆家啦，拆家啦，拆家啦！解释一下，这个是工作用的，给帕鲁工作用，所以我们玩家也可以这么工作。拆家啦！不要再拆家。那这个很好玩的是，你点工作效率啊，拆那个不拆的，挖这个也很快。怎么自己在这里做帕鲁球？要帮忙吗？不用。哎、欸，你们要帮忙了，我来了，不用，我来了，我做完了，我只有石头哎、啊，我发现不对劲啊，赶快捡31个，这边31个谁来捡？哎、欸，种子，我来了，你在哪？快捡快，我在挖矿这边挖矿，快捡石头，石头是不是？对啦，丢进去，好捡了，我需要帕鲁碎片。这边啊，你来，我教你。你怪我这。这个水车开始卡磨磨石头，石头变成。不是我刚刚敲那么久，啊，我还揪它嘞，哪呢？你要按收，你身上吧。你要收，因为刚刚被毛太阳通通拿走了。毛太阳吐出来。我放进去那个。这游戏蛮白痴，是你要先拿到东西才能工作。好吗？你看，你现在要工作的话，你要先收。啊，雪宝，你有了，你现在可以了，你可以去工作台用了。哦，有了，好，拜拜。啊、中世纪制药塔要12等，然后感觉要出去练等。中世纪什么游戏？制药塔。哎、欸，家里有那个终极的。有哪一只？优质工作台。怎么变成没有木材了？发生什么事？优质工作台。就是因为我刚刚用，我刚用50个做工作台。优质工作台在哪？那我在箱子、那三个箱子旁边。饿了、哦，那我要拿什么十字敲去敲木材吗？还是用手敲？你如果路边的话是用斧头，有没有人？你是教他玩麦块？如果是我自己矿场，你按 F 就好了。斧头？太高级了吧？斧头？你有做斧头吗？有，他有做。那你用滚轮，他那个切换武器是用滚轮。他现在已经拿着斧头了。好。
支付吗？到家来发木工，真的有个宝宝在这，玩很多，真的有个宝宝在这，天哪！帝国二玩怎么了？发什么木头不够喊我就好？什么艺术？什么艺术？千年神木，千年神木。我好大一根木头哟！我也不能够说你讲的错、哦，没有木头了。要再挖了，再挖了，好，再看，哪一个箱子放木头啊？随便，随便啊，哪边放木头，你就放在工作室旁边，工作台旁边，那不啦啦，挖木头放在哪个箱子啊？不啦啦啦，哦，可以了，有了，来做帕鲁球。哦，原来木头旁边，耶，喂他吃，因为他们直接就地放了、啊。哦，跳呢，这样就不用让他们走那么远。嗯，哇，不能动了，哭了，我动。先做食物吧。哦，对耶，没有，我身上有食物，跟别人要的。啊、哦，你看我有吃的。你可以去饲料箱里面拿，饲料箱里面也很多。好，这个是什么？哇，原来我木材那么多，只是都没人收而已啦。哦、oh. ，在伐木林，在伐木林里面，对，在伐木场里面。你可以顺便把石头捡走吗？所以他哦，他换武器是用滚轮的。我捡了，我捡了。哦、oh. ，交出来，交出来。原来你是药哦，血药。那个露诺要石头。哦、oh, ，说的明白一点啦。哦，什么什么？不然你再放一只鸡，它会下蛋，哪里来的鸡？什么鸡要去抓？已经放啦、啊，已经放了。哪有啊？已经有鸡啦，找不到。好，我们现在没关系，可以慢慢教啦。嗯、就是每个我教你哦、喔，雪宝，你嗯，你打开，你来这边，来这个终端机，对、啊，慢慢教就好了。这个终端机看起来很有科技，这个东西。这个，对对对，你按 F 打开之后，你看下面。你要吗？嘿，要。你有八只吗？做给我。对对，首先你看那只羊，对不对？十二等的，可以做。它右边有一个手，拿一个一，数字一。有没有看到？你们好快哦！你有看到吗？我们要不要去打野啊？不是，都为了你打野是什么意思？打野可以啊，走啊！你有看懂吗？五根钉子三十根木材。先把这个做完，滑翔翼做完。钉子。哦，那我去上厕所。它是稀有，不，这只不是看右下角那个，那个先不用理它。我去摘花。你先看它右边有八亮的图，有没有、一个手掌、一个箱子、一个栅栏，你看到吗？那只羊，一个手掌、一个箱子，那只羊，一个手掌、一个箱子、一个栅栏。好，开会了。素材，你看有，对对对，有吗？有看得懂吗？我去摘花。彩虹，你有彩虹去摘花、哦欸？那表示说他那个手是帮忙做工作台的东西，他箱子是帮忙搬东西，牧场就是会自己去牧场产羊毛。你也可以按那個 table, 好，下一个 table, 下一个企鹅的话，有没有看到是浇水水壶？对，浇水然后做东西。对 对, 對，跟一个什么冰箱是不是？对对对，那是冰箱。嗯、冰箱。那在小鸡的话就是哦，叶子是牧那个农场可以，可以采个帕鲁矿。可以，对，他会帮忙撒种子，他也会去那个牧场面下蛋。丫丫，你不是都在家里做事，怎么还有草莽猪？这现在形容社畜可以形容你跟帕鲁一样、欸。哦，我以为你都在家里那个哎、欸。好，我做出十颗球，我就去抓、啊，抓到球没了，我就回来啦。你们就跟帕鲁一样，我们就是帕鲁。晚上我们都是一群帕鲁，当帕鲁，白天当帕鲁，晚上玩帕鲁，没错，好赞哦、喔，怎么可以这么惨？好惨哦，社畜哎，太好玩了这游戏。白天当帕鲁，晚上玩帕鲁，没错，你说的对，男色就是帕鲁，体验当惯老板，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是为了让我们在职场环境过得更好。OK， 在了解冠老板的心态、啊，把冠老板的话当老板。我们现在玩游戏，冠老板模拟器。冠老板，我们可是我怕我球没有很多哎、欸。嗯，哪里都可以啊，我跟你们。冠老板模拟车。哇，这只羊啊！我有十颗。再升一级。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保冷箱跟自求才好，保冷箱，保冷箱要很多技术，我真的瞧不起耶、欸。打鸡犬用吗？嗯，可以啊。哎、欸，这是租的那个集成镜的，叫做凹凸猫。我一直很想要弄它，我们弄它差不多了。我要先升，没办法走路去吧？可以传到附近啊。他没有附近、啊。哎、欸，小铺，你十四人了没啊？小铺，这不算附近吗？高塔那个不算附近吗？铺，你在盖家，所以你等级没有拉起来就对了。这样走过去还不是一样？才九等，好。你觉得嘞、啊？那你等我一下，我还要再练两等，十四等我才有办法把营地升到十。剩最后一节，剩最后一节。好了，我们传这里好了。骑猪过去吗？好。你不是刚做完？那个是懂的，懂的，是雅雅的。懂的。我努力。冲啊！哪里啊？冲啊！哪里？我们要去哪？哪哦，有猪哎、欸！哪里？我、哦、诺有猪可以骑，好不好、啊？对哦，露诺也有坐骑 啊, 啊我！我打眼。哇！你们先去，你们先去。玩这么久还没有坐骑？哎呀，我爷爷加油！我爷爷加油！我爷爷加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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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哈哈。我打眼。太高了。不对啊，我不知道路啊！我爷爷告诉我往哪里走啊？哎，你这没体力了，往下直直，没体力了，完了完了完了，花了，我断了，算了，我想抓这个棋吗？狼比较快，我要抓狼，狼会比较快。前面有一只好胖的，那什么鬼？你要狼，我直接给你一只。鹿也可以抓、欸，就鹿也可以骑。哎、欸，那只，哎、欸，鹿可以骑哦、喔，那我是不是要来抓一只鹿？所以但鹿很难打、哦。怪牧羊是什么？你也可以先拿一只。这可以抓啊。成双成对。可以啊，可以抓啊，都可以抓。鹿根本就是前期杀手、哦，你敢惹他试试看？啊？哦，还好。怪牧羊不行吗？就是那个鸟才比较难打。你说鸟的话，你平常不会碰到它、啊哦，你不拿弓去惹它，它不会惹你、啊啊。当然要惹它啦，因为那就那你被贬就活该。哎、欸，自找的。快抓，快抓！好大，这个可以干嘛？我发现我把我的猪召唤出来，它会自己跑去工作，就我这一批。对对对对对，傻眼哎、欸！这时刻是就我到了，就当社畜当。好，我帮你做，我帮你做。什么？我更快。卡了，伺服器卡了，卡了。小卡小卡，刚刚小卡了。哦，有小象。对啊。帮你帮你帮你。小象，你现在还要这种东西？啊，他才去练这一下就死了。谁死掉了？有人死掉了。你比帕鲁还好用，我还死掉了。有人死掉了东西、啊。你现在还知道他比帕鲁还好用吗？而且还掉了东西，好难过、哦。就是我在这里帮你守东西，你赶快人形帕鲁。有抓到啦啦队，请务必施舍给我，感谢感谢。哦，对呀、啊，啦啦队，我好像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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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诶、欸，谁完了完了完了迷路，快回来。哎、欸，毛爷爷走这一队吗？我在、啊啊，我死掉了，啊啊、我死掉了，我在据点这里。啊啊！你我要怎么？刚才走过来，你不要抓吗？我可以帮你打。不要不要，我只有十颗，我要省一点。我给你啊！哪里走啊？哎呀，啊那边吗？你走反方向了。给你、啊。但是你有开另一边的餐点。没事，我们要到，我们要到。你有开高塔的餐点就冲过来。我想冲啊！高塔的餐点。你有开那个前面一个雷恩到盗猎集团，有，那你穿过来走那边会比较快。要，然后你看我去啊，你按 F， 好可爱哦！哎哎，传送是 C， 据点的话是 C， 嗯，带回家工作。如果在据点的话，你在据点的话是在那个帕鲁的那个那个荧幕有没有按 C？ 精髓了，哎，收收啊，荧幕来掉了，他完了，他有点弱。抽什么？你啊，那边吧，那边可以。你抽啥？抽啥？那边可以抽。你那个雷恩盗猎集团的高塔，那边你有开吧？啊、怎么办？要，怎么办？不小心打死了。那我们往远方去。雷恩盗猎集团的高塔，好。我们然后你再跳下来，你看，你打开 N， 看我的地点。我在这。打开 N， 对，看我的地点，或者是你刚刚死掉会有个叉叉在这边。不用开了，我们要滑翔翼了。哦，没有要骑吗？有吗？有看到吗？要用那个来冲。哎，我想抓那个鹿哎。好啊好，我也要。如果是鹿，我也要。我刚刚想抓鹿，然后鼠掉掉。那个鹿太对你来说太高等了啦。你可以，这两个可以找雅雅去帮你。雅雅，
要对啊，来帮我守时。对，哎、欸，哎、啊欸，另外这也是哇，神闪避超猛！我来了。这只我要，我要。按 F 全部捡起来。哎、欸，那个包包那边有一个全部拾取的样子。欸、不要再打了，看一下。嗯。有吗？有看到吗？我、哦、好喜欢抓得快，你捡没有？我也收回来了，好不好？你捡起来，你按 F 捡的时候，你的右上角叉叉那边会有一个看起来就是把那个东西全部挪进你包包的图案，一点那个就全部捡起来。这不是我抓的，哎、欸，这是我抓到的、哦、这个吗？哦，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等一下路上看到再捡一下。哎、欸，我们要往那个，哎、欸啊欸，然后再把你的衣服那些穿起来。那我没手穿。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到底好像在，观点在这，观点在这，哦、这里在我旁边跑过去了，帮我一下嘛，我要小猫，哦哦、小猫，你怎么会死？你等级不是糟糕吗？没有啊，然后就可以去帮我水，一级而已。但是你看那个十一等，你看超出你等级至少二到三等就要先小心、哦，要不然就是你要召唤出帕鲁帮你打。去吧去吧。哦，可是我帕鲁被他打死了，没有被打过哎、欸，哈哈。或者说这游戏你超脆弱，哦、我试试看真的。试试看，帮你，我看一下。采个莓果回家烤烤吃。爆你头！好可怕哦！我要吃东西。好，哦、对，我也。哎、欸，我去打，我会把两只吸过来，但是因为我的血没有很多，所以你等一下。是什么亮亮的？冲啊！帕鲁球第三。你觉得帕鲁都死掉了吗？哎、欸，两位，这里，两位。嗯。还有血。露诺来，露诺来。来了，来了，来了。顶点了。没，他会回的。雪宝呢？死！你刚刚又说不是这里，有！我在打路，你等一下看他残血的时候，赶快丢那个丢宝贝球。好，看到了，看到了，这么快！他残血，快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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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嗯，他撞过去了。快快快，丢！你还有吗？你还有吗？我还有，还有，还有！他死了，死了，还是什么？那边还有一只，那边还有一只，那边还有一只。这边还有一只，可是那可以摸，那可以摸。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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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这边快点。卡住了。哎呀哎呀，我要死了、哦，快点快点。哎、欸，我想我要去找那个。啊，我先跑。好好好，他在哪？他在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对，哦、就像我那只一样。这是什么？捕捉几率好低哦、喔欸，因为他现在血还很多。哎、欸，抓到了。欸、你好厉害哦、喔欸！你的哎、欸，为什么？你的获取率好高哦、喔！十四等了，十四等了，我可以把它做完了。很好，你可以，你可以看看啊，我终于可以让你一边你按你的 tag， 好了，我们来到你按你的 tag， 然后按科技，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刚刚你那个鹿的名字的什么专用暗具，解锁它在哪里啊？你那个。科技就是要解锁制作的地方、哦，你找找看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专用暗具之类的。我在上面，就是你要有抓过這，因为我现在没有录，所以我有、欸、我那个可是要等级十二，好吧，那你就只能十二等在这。难了，要不然就看看有没有其他十二等的人要帮你做。没有，他们要抓过那只才行啊。对，我们要抓过。哦，对，也是哎、欸。你要自己亲手抓到它，或从蛋里面把它亲自孵出来，才能有它的那个坐骑的姿势。嗯，对。所以你可以帮他把没有，你可以帮他把安做好，放在工作台，他去领就好了。他就可以没有那个技能，是但是也可以做。他现在是等级不够，他现在是等级不够，对，等级不够，你大家等级都不够。对，好的，结果抓到了，不能做。没事、啊，没事，我身上哎、欸、有地下哪一只啊？就是订婚戒。走啊，紫霞鹿。莫名其妙的抓到了。哦啊、OK， 好，我等下看能不能弄。走，看一下。会喷火的鹿？什么会喷火的鹿？什么？你说紫霞鹿是喷火？我也想要。你说鹿肉？钉子要十根。那自己就是啊。啊我們上个菜鸟进这里。不会啊，这等级那么低。啊！我要数了。前面那只是什么？那只是猫吗？哦，分球拉拉队，宝、哦、可梦防火来了来了来了！看一下看这速度，宝可啊高速做钉子，人类怕鲁笑死！快啦，我需要拉拉队，还有没有？
我挂号码一直连到。够不够、哦？他那个可以叠加啊、哦，他那个可以叠玩家的，可以可以是叠玩家的。他那个是带在身上，然后他会变超快。我待会一定要开那只、哦、那只专门做的兵看。运动健将四点，哇塞，真的抗性铁石子，好难抓到他。哎，工匠铁臂认真，顽强突袭除草，这种东西玩啊。左转至少没有哎，没有哎、欸，我身上只有工作狂而已，没关系，消失掉吧。我觉得魅魔不是很好用，魅魔还好，因为是我自己攻击吗？对啊，他都会把人打死。bug 哎、欸，哇，这里是哪？哇，露露，我左转那么快啊。八等而已，他刚刚抓的他等级比较高的、欸，应该有、欸、有差。你的王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后面啊！哎呀呀，我屁股很重啊、喔！把他吸回来，然后再小铺，你在二营的家里吗？现在、哦、对啊，我也在怕。哎、欸，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啊？哎、欸，对啊，好，那我要准备升上去了，那你可以准备盖了。好的，那我不能踩吧？都没有石头啊！等一下，保冷箱，对吼啊，我们金属还够吗？是不是没了？什么东西没了？我们需要金属、嗯、啊！啊，有矿，有矿，可以挖一点回去。我们在地下层，金属很重哎、欸。再做五个锭就好了，五个锭，五个锭。可是我们不知道多久会离开这里。没事，我去挖就好了。哎、欸，这个帕鲁矿，帕鲁矿哎，这样挖一下吧。五个还缺四。我在努力挖。一个矿是十个，所以一个十个是五个，五个锭。嗯，你先拿五个锭，然后家里还缺五个，快做完了啊！冲啊！这里面好多矿矿、嗯。对啊。对啊，所以都去里面挖矿的。你挖这个挖这个很重哎、欸，它走不动。金属后面开始会缺，所以才会开始点负重啊，懂了吗？没错。那你有点吧。我可以挖一点啊，挖一点。我在不负重的情况下挖一点。啊，武器要坏了，哭啊！完了，我只能吃生的了。啊、哦，你要食物吗？吃生的，生的没关。吃生的没关系啦，没差。没关系的，这就是。可以容易，你就只是比较原始嘛，你就原始生活。怎样？吼吼！你现在说谁要这样？拔掉没有？没有。现在是坏坏透。我有食物，我需要食物。雨风祖祖，晚上睡睡。好，祖祖，你怎么只来我这？祖祖，欣姐，欣姐，祖祖，欣姐，祖祖，欣姐。大家可以跟祖祖睡一层，晚上睡睡。我先吃生的就好了。猪猪不跟我们玩，心杰。不用，我现在不用。是心杰，是走吧走吧，太阳没有。小红走吧。心杰，这个结结大。心杰，这个结好大。我只在马吉那边。所以你的意思，其他人不是马吉？哎、欸，这不是绵悠悠吗？我完了，叔叔没有啦，马吉啦，马吉，我帮马吉说话。没有，因为我威胁他了。这种没办法说、欸。我看错路了、啊，这是刚刚，这是刚刚的路啊，欸、剛剛它有三条路啊。我觉得直走是打 boss 哎、欸，你怎么想？这个看起来装的路吧？这边才是吧？这边才是买的路。通常都是贴右手边。好、啊，可是这个直走看起来像。我们再去看一下直线，对。我们右边看一下，这边有矿没收啊？为什么不能生产呢、啊？欸、为什么不能制作球？我又迷路了吗？你什么都不能做吗？有矿哎、欸，我没办法做帕鲁球。你缺什么？又没了。你缺什么？我有。你缺什么？你那里是不是？那边是打 boss 吧？哦，想说要挖矿，不能走大象吗？这边那有帕鲁球哎。好，好，那我们走。不知道是不是跟这边我们没有走过？数数那个表情。这边有两条路，经过的地方可以丢一个不重要物品当标记哦。我以为它没有大到需要丢标记啊。反正你就贴着一边走就好啊。又是那个猫咪阿弟。哎、欸，有一个很奇怪的香味。没加没完它，那哪是冰团呀？那油吧，油啦，瘦。哇呀！它可以变成降落伞。Whisky 是咱的兄弟，是我的兄弟。够可怜，直接挖矿。
应该差不多吧，应该够了，放箱子里。我在这边抓羊。羊。完了，我们现在没有火 level 了，我要等狐狸慢慢烧。我收回。狐狸。你要抓吗？哎，可以了，可以做冰箱了。是。冰箱放食物旁边。痛啊！哦，这好远、啊、哇！差四个，等，差四个铁，四个。嗯？这里有很多猫。再两个，加油，狐狸，吹啊！哦，对啊，它那很麻烦，只有狐狸可以吹。我抓了好多绵悠悠哦。没什么，后面还有其他的，后面就有 level 二了，火牛之类的。哎、哦，火牛蛮好用的，火牛就 level two 了。然后后面就有朱雀可以吹了，朱雀听起来有点猛。朱诺不要再挖了，这里有玩到朱雀这游戏也差不多快要到最后面开始一直配种了。好多人哦，有一只皮卡，有一只那个闪电猫哎、欸，但那是我的，哦，那你的福特，对啊，你要干嘛？我大了，你想做什么？你想对队友的帕鲁做什么？十级多的吧。要了，小布，你可以那个了。谁十级了？我是营地十级了。然后他们在当营地十级了。对，营地十级。我不知道这东西啦，把它让 Speed Run 来玩，好像哪里怪怪的。太开菜了，那多矿了，我快要走不动了。因为已经玩太多张地图了，真的都是在玩 Speed Run 的了。嗯，看什么？见识。现在等小布盖好就可以直接传过去了。天生劳苦命，真的天生劳苦命，谁的？我看到了，我的。刚刚怎么在偷懒啊？好扯哦！我们要往哪里走啊？哎、欸，只剩十二点了，这什么时间小偷游戏、啊？天哪，好可怕啊！这游戏，这游戏怎么这么可怕？天生劳苦是不是？好，来帮你。在偷，阿迪天生劳苦命的走在偷懒。我在怎样？这边没路了、欸。小铺，我来了，小铺。那边没路了，是不是？那只能往回走了。抱歉，让你久等了。那边有条水路，我记得。所以他不是往暴雪的路。怎么可以让小铺久等呢？没事，还好我们家里有一只超级宝可梦，他打工速度超级快的。超级。对呀、啊，那么强。这不是恨不得抓一大堆放在家里。哎、欸，毛爷爷，你看，毛爷爷。可惜就是不能烧矿啊！你看，空气炮。可惜人类不能烧矿啊！真的哎、欸，空气炮。那有有有有，你看，你看嘴炮哎、欸，你看，嘴炮龙毛冲撞啊！冲！你被我卡住了，你知道吗？对，我被你卡住。哎呀，撞到你身上了，嘴炮。圣牧场跟雕像家里可以选择。小心点、啊。我的弓箭坏掉了。我把我桌上素材也放箱子里，再多一把。我都拿十字稿在做。你如果要分，你再去分，看你要怎么放。中毒颇深，对啊，这真的会中毒哎、欸，好可怕，好可怕。你抓到的多的宝可梦要放哪里啊？可以放那据点里面吗？会在你的终端机里面。等我一下。你要的终端机。那只猫咪。嗯嗯。我就先不理它了。我吗？不一定非要抓，就是杀掉的那种哦。哦，你在练等是不是？对呀、啊。哎呦！好，我弄了一堆弓箭、啊，这个吗？啊、我的终端机、啊、到底在哪？哦，这是刚刚没有走的路哎、欸。刚没有走这个。我是谁？我在哪？哦，你那好好，还不用游泳，我傻眼。哎、欸，这里是 BOSS 吧？我看到了那个树。哎、欸，彩虹，我们找到路了。过去了，我来了，我来了。那我大猫没有那个、欸。让他知道我们的。哎、欸，大只的，大只的，大只的。哎、欸，我想抓它。要可以抓的，可以抓的。它是大只的那个、欸。哦，是花冠龙哎、欸。对啊，大只的。我要球，我要球。啊？什么东西？花冠龙。哎、欸，等下，等下，等下，我决定，我决定，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抓。看一下，花朵十颗也可以，十颗。十颗吗？十颗啊！哦，的确，我刚给了三颗吗？三倍开洗还好吧？好我没有叫你九百耶，九百多，九百开洗。
哦，你开打了。大只的带回家工作。小波，你二营缺什么素材或什么东西？你再跟我说，我去收集。快点，快点，揍他！哦，他好强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小卡、欸。对啊，你是有一点。还是我脑袋？可能缺羊毛了，放牧场。哦，羊毛在那个一营有吧？他们好像有丢、啊。你羊毛，你去来一号营地、哦。我没弓箭、哦。去一号营地拿就好了。对。我先搬过来一点。哎、欸。所以这边也可以丢帕鲁吗？你们有其他帕鲁丢吗？啊，完了完了，他！我现在是一只会用 TG 的帕鲁。收好收好，谁都还在打。小布，你有没有要丢帕鲁吗？没有在揍他，没有在揍他。没有没有在揍，没有在揍。好可怕哦！可可不对，快丢！谁抓到？抓了抓了，你要吗？等下带回家看一下。我要我要。我现在捞不出来吧？他在哪里？你现在出不打？你现在他在应该你的那个中段装置。我的终端装置，那我把电电鼠拿走，你要你就放。开箱子了，开箱子了。好喂，好喂，黄叶换你开。对，换我开。换你开，换你开，开了。我拿到毛笔，我去到处冒险。好好好，啊？什么品质的？怎么看？是什么颜色的、啊？是什么颜色？我看一下。你怎么晚上？好烂哦，绿色底，绿色比白色好了啦。我们玩家只能做白色的。哦、oh, ，对啊，不过材料会再多一些。那怎么回家、啊？传送、啊。刚刚不是有传送针吗？你看这里亮亮的，只是一点亮而已，不是不见了。看一下啊，哎、欸，上面还有一个企鹅王的那个、欸，哎，对啊，企鹅王。看一下，他是前期打工的，我没有弓箭了。哦，我也剩，我剩一点点，20个。那我们可能要先回家了。先回来，太猛了。你们差不多也可以升级你们的资源。怎么回家？把弓箭升上去啊，武器之类的可以升一升、哦。三连弓嘛，我已经准备好了、啊。三连弓极有用。哦，爆炸了！到后面也都还很有用。哦，真的假的？啊、我以为后面都拿枪、欸。三连弓蛮有用的。我以为后面都拿枪、欸。冲、啊！没有没有，因为枪伤害太高了，你不好把帕鲁的血量压低。三连弓比较 好,、哦、好打。就比如说十字弓啊，就小怪一击就死掉了。没错，大概你需要两只鹿加一只猪，猪我有，鸡我也有。那我那只鹿好像我去找一下，有点强。连里面要放什么？莫名其妙就有啊，把人这都是有规划的。还有，因为这样就可以实现很嚣张，资源全自动。你要抓他？你还敢盯我？资源全自动。等下三等的兄弟来，弄不动。哎，我看到猫福怪来了来了。你身为一个罐老板，还要自己亲手来做，你怎么当老板的？失格。让他去打架，没办法、啊。罐老板失格。对，罐老板失格。我就不是这块料啊，我就是。我要抓这只猫。太有良心了。不是这块料，确实。出来。良心爷爷。来，来，回家。好耶。什么乖乖当帕鲁？你好意思？哎、欸，我这样是有抓到吗？哦你现在很卡吗？其他人会很卡吗？会被拉脚。哦，有抓到一只。那是不是我应该要重开电脑啊？啊 ？VPN 跟我的伺服器跟我的电脑有关系吗？有啊。哦，有关系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应该要重开电脑？他不会中毒了，他被卡住哎、欸！我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卡住哎、欸！是。对啊。什么都不好使。哎哎、欸，捡不了东西。可小铺说他不卡、欸，哇！可是你要听多数，我现在在疯狂瞬移，觉得对不对？对啦，确实。我羊毛放了，然后我去帮你抓你要的东西。他打也太痛了吧！我要数了，确实。我要数了。我来做个毛。救命！有人可以来救我吗？太贵了吧。你在哪里？我在遥远的地方。往前走会有猪跟鹿，没有猪我有，猪我有了，猪我帮你分。还是小布，谁要来救我？我剩八十秒，一只鸡。要回家抓鹿了。还跟小布你们有？狼我也有，狼我也有，哈哈哈！拜拜，拜拜，在哪？好，我去救你，我去救你，我去救你。我剩七十秒了。可以可以可以，我在船点旁边有，我那个点我开，你旁边的船点我开。哇，太远了吧？哦，照，还看有照啊。没有，小铺也来了。我们现在要找一下雅雅在哪。你在海中，我在海里，我在海里。海里没办法救吧？这个海是可以走，这个、海是可以走。我们要求吗？萌新们要不要求？
我在你们的后面，这边，这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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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企鹅，那是企鹅。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有有在救，在救，在救了。哎呀，谢谢你们。不会呀呀哈哈。什么？有十一颗，谢谢。哦，太感谢你们了。不会，我、哦、要吐了。没有帕鲁球，医护兵在哪？忘记做帕鲁球。你在家吗？没事没事，我回去做就好了。哇，我是刚刚，哎、欸，那只很大只，那是什么啊？生猛马83等，大小83，你看错了吧？38了，不是38，38，吓死我了，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原本的14等好像跑掉了，跑掉。这个没用的。说原本的怎么是这个什么？一球。嗯，换怪龙啊！大绿球，大绿球。欸、所以我要找猪跟牛。正向思考，要用优质的做事吧。哎、欸，我回来了。来，正向思考。阿浪，哎，阿浪。嗯嗯嗯嗯。那这个丢回去。给你一个。给我发路球，耶耶耶耶！阿尼嘎多。你看我。不要带他好了。我想关台了，你揪过来了。这样镜子帕鲁好玩吗？感谢镜子揪。在右上角，哎、欸，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就会有牛了。然后我要抓个几只。那个没有血的放在这里面，是不是会回血？一个是不是只有那个压碎机可以做啊？这边就会有牛了。还是熔炉？好像熔炉、啊。这个看一下哦。图鉴牛栖息区域。往这个上面走，这个上面会有牛。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以为这边新手很多，然后他们请我来，我想说，哦好啊，可以帮忙来啊。啊，结果就实况组三个实况组是新手啊，观众通通都会玩。我想说啊，那我进来要干嘛？于是呢啊，我又继续点了工作技能这个东西啊，通通又点满了。我说就外面给他们，我自己在家里玩。哎，好了，我开到12点啊，可恶！两只带在身上的话，你要猴子吗？谁？我猴子很多。我要拉拉队，有没有拉拉队？你去那边抓狼。小铺竟然才9等，你要抓狼？给你看我的龙。你要猴子是不是？好，很大。你怎么又抓 boss 的、啊？很可爱耶！刚刚地下城的吗？你工作了。他怎么？小铺我放在、那個、他怎么就自己去工作？你看他手上拿斧头，用尾巴打树。你看，给你抓吧，我身上没有球。这个盒子到底是哪个盒子？有共通吗？没有，上面的是自己的，下面的还是共通的啊？对，冰箱。哎、欸，我们没有那个可以冰箱的怪、欸。有啊，有企鹅、啊。我要去打企鹅，我要去打企鹅。欢迎去你家做客，我去看看。你按地图会看到这个据点。我要看一下。加油！努力做弓箭中，有点低耶、欸，才19%。还是你给我抓？我升了2级，你球丢地上，我帮你抓。如同。哇，这只太可爱了吧！跑丢了。OK。如同。bug。啊，对哦。那个。嘿，动动动动。好还跑还跑还跑！赶紧扁那个，死了死了！扁那个。我们现在要干嘛？如果要狼的话，我可以给你一只狼，我抓了2只。好啊。
虽然我现在不能作案。狼是几级的？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忘记了。我可能要先有四五级的啊，然后那边应该是八到八到十二级，狼九级而已。我才八级。好，我可以做啊，我可以做啊，只是我需要那个，我要回意营做那个。怎么有人做饭？好像有点快。专业 Cooking Master， 人形帕鲁。人形帕鲁，我感觉我们现在跟帕鲁没有两样，人形的。人形帕鲁，真的是人形帕鲁、欸。人形帕鲁，我想要见识。我这边有吗？哎，抱歉，我等一下还你，等我一下。火龙壶专用背带，谁要拿来放火？看够吗？来。我也要。有人要放火了，要天哪！这个可以干嘛？冒险了没？我已经做好我的专武了。什么？先把他领走。你的专武什么？火龙壶装备他还没有，不是我领的。那不是我领的，我把它做完了，但我没有领。做一点球哎、欸。火龙壶装备带，我感觉我可以做哎、欸。好，我来做一个。岩消防队。耶、yeah, ，做一个。什么水水消防队？啊，岩岩消防队。那个水水消防队真的是有够难看的，气死。水水消防队超难看。真的超难看，不是。我真的是觉得我没事，我没看三个礼拜再看一集，没有木头啦，有人要烧家了，谁在烧家？谁？该去那个气王王那里了。我要去啊！毛爷，你是要烧家、啊？你有危险、啊、哦，毛爷，烧哦，还没开始燒。我要走了，再见。嗯，你不要见死了。没事啊，我捡了一点。哎呀，火龙专用背带，奇怪，它在哪里啊？沒事啊、你有抓过吗？蛮上面的，四等五等。我也有没有？你要吗？我有抓过，我帮你抓。哎、欸，我不是有开吗？奇怪，我刚刚做在哪里啊？哎、欸，他没有，他你做好之后，他直接在你的贵重物品里面，你不用装，带着就好。对，要来。然后他可以干嘛？然后你把火龙壶叫出来。哎、欸，地上我把火龙壶叫出来，火龙壶叫出来。按一按出来，按一放出来，按一放出来，按一。嗯，然后按 F， 好，你按 F， 按到按 F， 按住 F， 长按，然后点左键，他就跟你合体了，然后点左键，那他可以干嘛？点左键，点左键，可以，你点滑鼠，点左键，对着这面墙壁点左键，不要啊，会烧，我记得会烧吧？你帮我喷射火焰，会把家里烧掉，帅、哦、吧？我没有对家里喷哦，那怎么不做事啊？好酷啊、哦，不烧气的，说什么呢？做事啊？这个家烧掉了，我就下线了。噔噔噔噔，木头早晚被烧的好不好？那是肯定。发咪，好可爱啊！哎、欸，为什么还没有入侵啊？因为所以如果这是普通吧，普通不会有视线吧？啊，有的会啦，有吗？会啦，那怎么没有？那怎么没有？你玩了快三小时还没有哎、欸。对啊，东西没有什么入侵事件，有事件啊！哎、欸，真的、欸，对我们都没遇到、欸，哎，就跟你玩《Lethal Company》有装模组会有事件一样。挖石头，一直挖，东西都做好快哦，超可怜，没还能更快，我没去练等而已，快还能更快。哦，对，你们出去冒险回来要记得去祭坛那边升等级哦。祭坛那边，那也要他们有捡到有捡到才有啊，我都找出门都会捡的。那个没关系啊，晚上骑会飞的鸟再出去捡就好了。超亮哦，发光超级亮，晚上再捡就好了。那个白天看不到没关系，但是记得有就要升一下，不然你的捕获率会很低。对啊，我就想说捕获率好低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欸、我有900块，哪里有商人啊？你要试着让自己变成更有用的帕鲁。哪里有商人？那个你，我们现在这个据点，沿着海岸一直往左边走。嗯，对。好，我去找一下。你有看到那个吗？隔壁据点吗？第二据点。哎、欸，有。那有个据点在我们一个三角形的地方。
就是我们上面平行嘛，是水平。那、啊、下面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小型聚落，小型聚落。哦，在那边就有商人啦、啊，你去那边卖。我、哦、靠，世界远呢、欸？不会，你传送过去啊？我传不过去啊。为什么？我那里点还没开、啊，你因为点没开啊。你在混啊？哦，都混了，混了。小铺没有，我就往上往上开发。我想一下，左边这边据点可以传送啊。可是据点到、那個、魔专用项链、那個、村落、欸，那干嘛？就是我背后这魅魔，可以让你的魅魔变成背后灵，不用特别召唤。对他们没有血量、哦，但是会打架。可是他会一直攻击，很容易把你的帕鲁打。对，要你要抓帕鲁的话很危险。再跟他拼手势、哦。原来如此。要关台啦，生母，我想关台啦。没有，今天本来没有要开台，是一个很突然的主角就问说 ：“FC 要不要玩帕鲁？”我就想说哦，进去陪新手是不是好？一进来啊，明明就一大堆大佬会玩，那我进来要干嘛？对，没有啦，就想说，哎，以为都是新手，都是萌新，就不要破坏体验了。就隔壁一直超车，我有点难教人，哎呀，好痛苦。想玩致命公司啊 ！OUD， 很开心 ，SAM 0425啊！哎，感谢双魔啊！刚才打麻吗？哎，看在家里浇浇花，快快乐乐。啊，我换一个伺服器好了，因为这边给他们。我遮一下画面，因为那边是不是安妮的不能公开啊，不给你们看，不给你们看，不给你们看。啊，这个，这是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那个点法真的很好玩啊。那时候是我们不是之前伺服器有位叫小猪的嘛，点的那样子，我想说我一开始本来也想这样，可是想说后面有洗点，再来这样玩好。结果殊不知啊，后面洗点有问题。还记得刚刚我的那个吗？我的挖矿啊，我的挖矿嘛，然后那个盆栽浇，不，播种浇水。哎，这是什么熟悉的安妮伺服器？那你看哦，这个是木头，我们刚刚不是大概三四秒挖一个嘛？那现在是我挖，你看这是我挖木头的速度，真的很好玩。然后这个是啊，按播种，撒一下。好了，浇水撒一下，然后这边播种来浇水啊，撒一下。好了，收成啊，踩一下，啊、这不行，你要踩一下。播种，大家都这种子。我其实最近比较还好了、欸，我帕鲁有点差不多了，我没玩到毕业啊。收成哦，播种，浇水没了，所以我这几天就一直在这个上面这样子摸一下，通通都好了。好，问一下哦，我又卡 bug 啦，就是卡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看一下哦，工作速度是这些，什么4080，
显卡，所以也还是很快啦。你看，像做蛋糕好了，你们知道做蛋糕很久吗？你看这个蛋糕，所以刚刚隔壁说用阿努比斯做蛋糕，我说哈，你阿努比斯做蛋糕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在这个伺服器就是在玩后勤。这是什么十秒蛋糕？对，哎，不然正常那个蛋糕要，哎呦，那个蛋糕正常要做一个要好像，哎，一两分钟吧，忘记了，总之就很久。好啦，关台。哎呦，嗯，是这个吧？好啦，关台啦，大家晚安。